没有五分钟吗？没有十七分钟。没有了，我说看他画面吧。
趁时间。没错，首先要先欢乐的一面嘛。欢乐的一面先来，我们先欢迎那个今天的圣邦白特队长兰特进来，耶！欢迎兰特。兰特今天相当的猛烈啊，真的。你会蹲着？我刚好。没有，我以前蹲人都是被杀的。今天蹲人是杀人那个感想多，感想多。有感受到双霸偷对方的感觉。好嘴，强好。那这样子，我还是要来。那我们请，要先颁奖吗？我们请我们的领队浩克来颁发今天的胜场的奖金。来，欢迎浩克。各位观众好，我是 HQ 领队浩克。恭喜你！我刚听到两个字，我刚听到两个字。没有了，不是，其实听，然后走过来听，颁发奖项的时候，怎么感觉是他妈？其实说有一个是。这个比赛哦，老实说，看在我眼里啊，其实有点举重轻重啊。一方面是忧，一方面是喜啊。AHQ Fighter 的成长，大家有目共睹，非常快。哦，已经追上老大哥的脚步了。那我忧的地方，待会陈主再来讲好了。那你们继续保持，好不好？下季赛拼一下，还是有机会打世界赛。OK 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请黑牛过来访问一下，一个一个来，我来欢迎黑牛。这个也不用鼓掌，对，欢迎。没有啊，然后访问一下败者啊，败者吃团啊，吃团吃饭。你等下再挑，我们先访问。吞一个吗？要吞了，是不是？要吞了。所以你要选一个饭团吞一颗。不能闻，只能看。我告诉你啊。如果是我，我会选右边的盘子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不相信我选左边的。为什么每个大小不太一样？对，因为都是捏的嘛，反正包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大小也不一样。对，好，因为这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坨有点恶心，是老板包的。因为左边的是我看到老板这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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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是你的哦。右边有一个是 UDC 包，一个是我包，我包的蛮漂亮的，蛮漂亮的。你应该心肠算不错的，不错，我没有加很多，真的。还有那个我们台客兄有包一颗吧，然后车主有包一颗，但左边的一副就非常恐怖，你知道老板下手不是开玩笑的。他刚刚是这样包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饭不好。真的呀，没有，太可怕了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啊，要当场吃啊。对啊，当场吃完要吃完，吃完要有没有水啊？我感觉是需要水，不然不好蹲。好，等备个水好了。对，来个水吧，来个水。这先开始吃。你可以先吃啊，你可以先吃啊。然后你告诉我是什么味道的？你闻也没有用，你已经选这颗。如果你吃到巧克力的，我小心点，我怕它如果会掉出来。你到底吃到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什么？你不要露出一副好像很好吃的感觉。没有，他还没有吃到馅，所以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慢慢吃，不用急。你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是吧？我明白你。有水。啊，你其实就是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而已。所以是什么味道？还是你不用水是不是？没包的就是我酸酸的，酸酸的，应该柠檬嘛，应该柠檬的，所以只是柠檬，柠檬算好的，柠檬算真的赚到，赚到柚子啊，像柚子，柚子没有这口味，没有柚子啊，没有，那是柠檬的肉，他把它挖然后放进去，没有这口味，我觉得你抽到已经算很棒，你抽到很好的，真的很好，知道辣的，买到甜的柠檬，对吧？最可怕哪一个？最可怕的是哪一个？等一下就知道。因为不是我包的，不是我，我只知道我包的是哪一个。好了，我们来下一位。恭喜你。好，下一位，我来欢迎下一位。好，我们绿茶这边 stand by， 我们叫绿茶。来，绿茶。好吃吗？柠檬的应该还好啦，我觉得柠檬的就只是有点酸酸的，还好。你要这么大个子。来好了，我们来挑饭团时间吧。挑饭团，都每个好恶心啊！我还是老板包的，老板包的。我还是跟你讲一下，左边是老板包的，右边是正常人类包的。正常人类。
哪一边有巧克力的、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也很想挑巧克力那一个。对，我不知道。你如果挑巧克力那一个，我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趟吃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就包好了，我很生气。上吧，左边是老板包，右边正常的，我相信老板啊。哦，来吃吃，老板应该没那么坏吧？老板，你吃完才知道。老板的心应该都好的吧？你吃完才知道。为什么你手在抖？就三个饭团而已啊，这感觉比较少嘛。但是一个巧克力应该不可能装那么小。没有，把它折一半，然后塞进去。没有，我不是说它是巧克力，我直接吃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啊，那边有水，那边有水，那边有水。你选了，已经没有对了。你把巧克力选走了。知道，你知道这是巧克力。巧克力是圆的，我知道。大胆一点。你先说，你感觉到了什么？欸、还没有吃到蟹，还没吃到蟹，蟹有点没有没有巧克力啊，没有没有，可能还在里面，可能你可能还在里面，怎么怪怪的？没有没有，加盐巴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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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对对啊，是吧？有水有水有水，那边有水，没有想要变胖啊？OK， 才这个一个，才这一个，等下去跑两圈就搞定，好吃好吃。棒，他应该没有加很多吧？他有加很多吧？因为其实不是我放，那也还好吧？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好心的老板放。好心的老板，对，蛮好心的。然后吃到苦瓜就好了。苦瓜那个，再，有点咸，真的咸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知道哪一个是，我跟你讲是苦瓜的。你知道不知道吞下去会比较好？可是又怕给到。他是送医院的。你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它是盐巴的。哇，超甜的，我在开玩笑啊！可是我看不出来它盐巴到底在哪里。你不要喝药。不要。我在想，难得不用吃奇怪的东西。我觉得惩罚应该还算还好。还好还好 ，OK 啦。我觉得至少不知道是上次说的什么样子。你喝那么大颗啊！我再来。还要躺着也中枪，要吃一个你还敢跟我争？你觉得海苔会不够黑？又乖乖吃掉。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吃这么多卤味了，现在不是吃不好，只是太撑了吧？他刚刚才吃过东西，吃过晚餐，这代表以后那个礼拜二的节目之前不能吃东西了。我真的要惩罚，昨天讲。有啊，有跟你们说惩罚。不能大喝啊！我以为是小喝苦瓜。不会，因为你们因为吃，因为你们没想过你们会输啊。记住这个饭团，像是这样。记住这个饭团，记住自己输的饭团，输的一个咸咸饭团。你，我问你嘛，你下次输的时候，你想要吃饭团还是输200万？你说的是我。吃饭团。不会难过，我吃不下，天气很不好。OK， 教课概念。OK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吃完。不用吃了，真的很咸。好啦。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已经有惩罚到了，惩罚到了。来。好了。你可以走了，你可以走了，换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放你一条生。不管怎样，好，我要吃饭走了。我还是跟你讲一下。算了，我不要跟你讲好了。我不引导你了，你自己挑。我不会啊，讲一下。我不想引导你，我跟你讲一下了，左边的比较好吃。哎，他刚刚有在一楼吗？他刚刚有听到。你今天害我了吗？好，来，你要吃吗？要吃哪一个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左边的比较好吃。哦，我相信你。这边有水。哎，不要笑啊！不要笑了，笑啥？一个。算了。说什么？我拿了，拿了就拿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起手无回，大有巧克力，你知道吗？有巧克力，搞得不错。你吃慢点，我怕它滴出来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要不要？吃了啥？你到底吃什么？你到底吃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啊？我看到了。有吗？哦，芥末的，还好吃啊。慢慢来，芥末慢慢吃，芥末慢慢吃。这芥末放的很多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叫你选左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右边有一个那个。还有一个巧克力瓜。你嘴巴张开，嘴巴不断闭，一定会冲到鼻子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这边你会选到芥末吗？对，因为还有两个嘛，对啊。不关我啊。鼻子嘴巴不能闭啊，嘴巴一闭就会冲鼻子啊，不然你就吞进去，就只有这两个选择，不是吞进去就是慢慢吃，对，真的。而且你知道这东西不是只是芥末，它是一整管挤进去。
不买，这边有水，快点。它是一条芥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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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中大奖。其实其他也蛮，其他是不是因为那苦瓜的，我觉得很恶心，我想到很低调那个苦瓜，你懂吗？你喜欢吃苦瓜吗？如果吃不下去，我现在有点慢慢来，有水。你这饭怎么绿绿的？你这饭怎么有点绿啊？还有一整条？哪有？才几次而已哦！一集一集一整条？没有哦！来吃！哈哈，他叫你去吃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咬下去吞进去就不会有事了。你现在就是一直放在舌头那边。来，凶手来了，凶手来了。好，他会吃啊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好，你们聊最多。我自己干的，还有什么说？你真的想办法吞下去，真的不要一直嚼，一直嚼会一直冲啊！你有吃生鱼片吗？我碰到了。喝水，快点喝水。不行，他现在喝水，嘴巴闭起来又冲到饼干。好了，痛苦型发言，对不对？感受到今天这个输的痛苦，真的，下次就不会输了。对，我们痛苦的就是避无可避啊，痛苦到不行了。好了，你在讲什么？鼓起勇气选择放，这是恐怖的东西。有苦瓜跟苦瓜、巧克力跟辣油。去专绑一下。辣油你要包成这样，这苦瓜可爱啊，这可爱啊，可爱！不要想钓我，嘿，告诉你，开玩笑，每天在主播台一堆钓鱼竿的，真的开玩笑。这个海苔我比较多。最大也不错啊，这不是我，这我不知道谁包的。哦，你要碰了吗？我可以跟你说，我可以找吗？好，真的假的？我可以跟你说，不用不喜欢吃。在哪里？因為我不喜歡，你也要吃哦，我也要吃啊，快吃啊！我今天 OK 了，你吃掉我还是要吃啊？这里有颗，你知道吗，大大？你可以吃别的口味啊。好了，我的苦瓜就是你的，是哦，你不用吃啊，我不讲话，我不讲话，那就吃啊，你碰啊，你碰它，好，那你就吃啊，强，要吃完了，要吃完，要吃完，这边有水，这边有水，这边有水，其实小峰吃量蛮小的。吃完这一颗，他晚餐大概就这个量。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因为他还没包到嘛，苦瓜很贵。送那个，送巧克力。你他妈的，你在你骗我！不是，我原本包的是什么？我原本包是圆形啊，他怎么变巧克力？这样好难吃哦，就白米饭。那你就把旁边白米饭吃了。你要加海苔。哎，里面有。还有苦瓜的东西哦，真的，我咬到一个脆脆的，像苦瓜。这一定是我包好，有人给我塞巧克力进去啊！所以你这是苦瓜。我要双重啊！双重。怎样？我没骗你吧？这是根本就是有人在另外塞了巧克力进去啊！我早就包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苦瓜完全没味道。没味道。我们的那个西门，第一次坐上楚花台，来。哦，巧克力被吃了啊！巧克力被吃了，巧克力被吃了，所以是苦瓜跟辣油。好恶心哦！然后我先检讨，那你自己这两场表现的也不算不好了，所以你就挑一个吧。再怎么讲还是要挑一个。哦，我这么快，反正就二选一嘛，就二分之一。这两个我都很讨厌吃，我也没什么好选择的。软软的吗？有软软的吗？还好，这感觉是苦瓜哎。因为如果是辣油的话，我打开。不喜欢辣油，我也不喜欢苦瓜。看一下，啊，是苦瓜，是苦瓜，这是苦瓜。我觉得苦瓜蛮棒的，应该没有味道，有味道吗？我知道苦瓜吗？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它是白苦瓜，其实不是很苦。白苦瓜，乖乖的，好像这那个这是苦瓜，有。你怎么就切了？我吃辣。
这飞客有没有就是怎样？意思啊，很苦。那个帮我去我房间拿我的矿泉水过来。白苦瓜已经比较不苦了吧？我记得去我房间拿我的矿泉水来。绿那个有颜色苦瓜不是比较苦吗？我有记错吗？还是白色比较苦？绿色的脸已经变了。绿色比较苦嘛，对不对？白色比较苦。会吗？其实我也不是。有水有水，你不用急，有水有水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要一次干完就是。我想红花。你要一次干完就是。好，可以，哎，飞哥不用跑啊！我要洗手。好，要洗手，要洗手。啊，不用紧张。应该是 OK 的 ，OK 的。等飞哥，等飞哥。等飞哥怎么？坏呀，你们！就要递到我前面来。我为什么要先漱口？口渴嘛，我讲那么多话。啊，用心品尝。我还以为会有一个选手很贴心的说啊，不然帮你们吃好了，结果没有，自己吃好。选什么苦瓜的？就那是巧克力，不是他骗我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当初是龙源的、啊，那我想说那就直接报，没想到他还加工了，真的。你在骗我？好吃。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六个也包好了嘛，我当然我真的包一张纸而已。拿过去，这样讲了。你看我，跟你用完呢，一个芥末。你不觉得我很无辜吗？啊，你是教练呢、啊？一条芥末跟一台尺辣，这都没有了。你两个吃到底大？我当时就是三沙包沙了，太痛苦了吧？我吃一口要喝三口水啊！我吃不下去了，真的吃不了，没办法吃下去，那超。二弟八吃哦。啊，辣的，辣的，你的最爱人，来来来，是有 carry 你 carry 你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吃到都快哭出来了，我真的看起来就咸，我不吃，我不吃辣啊，哦哦哦哦 ，carry，carry， 来，就在。本赛事有好多个第一的维新 gaming 三五七独家赞助，维新 gaming 三五七现在是能第一，什么我一定要这样，不要玩那个正常的啦，你不要害我。哦，你很累 ，UDZ 都打不赢。他刚刚就那个啊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。那是，这是搭载维新 Gaming 主机版的维新 Gaming 主机啊，有听过维新 Killer 吗？说来听看啊。Killer 真正在游戏与语音串流进行优化的网络晶片 ，Killer 就是杀。听起来还蛮猛的，我可不可以要一台啊？教练，我也想要啊。Let the games begin。
啦，所以那个惩罚我们只要转移到室内，类似篮球场大小的这个社区儿童公园。好，对，我们再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总共抽到35圈。剩一张嘴了哈，还没30啊，那死了。昨天你动作没问题吗？我妈不要动来动去好不好？没有啊。啊，对啊。行到已经到，还差一步，最后一步。那时候不能急，最后一步就可以跌倒了。这就跟两塔一样，最后的两塔，全位不能急。这就是最后一塔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我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好，我去巴黎了。原来这样，太爽了。教练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不可以那么过分啊！你从上面开始好了。哦，你看看我来喽，我来喽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哦，哦，这个，哇，教练再打，再打，教练再打，哦，教练上，教练扶我一下，帮我撑一下，教练，哎呀，教练我要不行了，教练，啊，这太假了，教练我可以走一下，我可以换个，哎呀，这个其实挺轻松的，真的。哎，各位认识粉丝们好，看到我们这个。跑完35圈，每个都跟僵尸一样啊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讲话，所以我都没有讲。
拿到材料，我告诉你啊，下礼拜一队没有过来跑。好，那晚上实况追击关键时刻，我们来真的。好的，我是 EJ， 我是贝克。对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晚的关键时刻。那我们今天中间坐了一位不一样的小姐咯，对，非常可爱的小姐在这边。那我们先感谢我们这礼拜的赞助商，我们 NSI。那这位就是我们的 NSI 的代表，对 ，Tina 小姐。哎，对，欢迎 Tina。对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揭开我们微星 Gaming 357的真面目了，杀！还没 kill 你就杀了，还没有 kill 就杀了，等一下再杀，等一下再杀。对，那今天其实 Tina 有带来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广大 NSI 的粉丝跟 AHQ 的粉丝来分享呢？我今天带来了专门为游戏主板，游戏打造的主机板哦。哦，这就是这一片吗？对啊，就是你们一直在提的357。所以它是所谓的357，其实就是三个阶级的主机板。对，就是三个阶级的主机板。那今天我们这个礼拜是这个是？哎呦，等一下。我看到这个还有九嘛，所以我上次讲13579也没讲错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一，没有一哦，没有一，只有3579，只有3579。好，就像我，就像 BNW 一样，有357。哎呦，嗯，所以这个是主板界的 BNW。对，这是主板界的 BNW。了解。所以这一块主板，因为它是 for gaming 的嘛，对不 对？所以它 for gaming 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要给我们一些粉丝朋友知道的？有它的网络速度很快，然后不会让你 lag。哦，那这部分是就是那个 key 的系统吗？对啊。哦，就是所谓的 key 就是杀，就是在这部分吗？对啊。所以它的就是具体上来说是哪一方面的效能提升呢？你应该比较懂吧？啊，我明明刚刚看到你好像有在介绍哦。音效双提升。不懂的那个人就是我，我明白啦。对，那这样子除了 key 的系统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呢？我们、欸、其实就是那个板子吧。对，就是这个板子。来，我们拿过来给你介绍一下，看一下。这是我今天的工作，就是拿这个板子给你。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的 Killer 好了。嗯，好。那 Killer 的部分，你们是不是常常在男生在打游戏的时候、嗯，都会遇到女生一直 Skype 你，尤其是女朋友？哦，这好像左边这位比较常遇到。是，我想皮什么的、這個、我想这个东西是有必要性的，你再讲清楚一点点。当你不回应，你在打游戏，你不回应女朋友的时候，然后她是不是可能会传图档给你？是你不用讲事情那么解释，这个画面不用那么解释，我只要知道它的效果。那效果就是呢，你在打游戏了，就算你女朋友传了图档给你，因为她的游戏品况会全部否在你的游戏上面，她是最先的顺序游戏品况、哦，她就是优先处理游戏这一方面的。对，所以你的 Skype 就永远都会，它品况会比较小、哦，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游戏内格。就是突然如果跳出来的时候，你可能有时候 Skype 跳出来，你就不小心，哎、欸，这。就是掉了，怎么没有先 force back 的成功？哦，那这边的话，这边有我看到有一个 audio boost 这个部分的话，这个是你知道声音最怕什么干扰吗？声音最怕手机吗？对啊，手机会有什么？就是比如说有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音响就会听到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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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它这个就是防电磁波的干扰 哦。所以就是装了这个主机板之后，就是你在装在音响上，它其实就是不会有这个声音的。对对对，它的声音效果会更好。而且我们这一次啊，还做了一个 for for 音效方面可以用的 power 哦。哦，所以它插孔。所以它这边就是在这个还主机板，你这样子，我不觉得有人看得到是什么孔啊。不是啊，因为我都不懂，所以我只好看一下你们在比哪里，我假装一下，有没有？这个图也比较大吧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简单说就是这个主机板可以装两个 power。对，可以装两个 power。一个 power 就是额外可以让你的音响就是独立运作，对，独立运作。那蛮特别的。而且它还会发光哦。哦，它会发光？对，它这边有一条线，它是它的那个音效分隔线，然后它会发光，会发红光哦。了解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这个 USB audio power 这个。对啊，它这个啊是在稳定供电的。
稳定供电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常常会用 USB 插手机？会。那是不是常常供电不稳定？啊，你说比如在充电之类的这部分，對對對對，所以它可以就是提高就是这个供电量，让你手机走比较快。没有，我在找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在右上方，右上方，在右上方。哎，好啊，出镜了，抱歉。我摸不到啊。OK OK, okay。Okay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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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好，没关系，让观众看一下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OK OK OK, 了解了。是的。那其实这个板子蛮多特别的功能。对啊，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？这个吧。还是贝克，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？你知道我就不太懂主板这种东西啊，但是我知道我看起来这个主板是很漂亮啊。那你有没有在我们的主机板上面发现一个图腾？是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啊、这个图腾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不指上面了？这个图腾，对，我们这次游戏主板啊，跟上次一样，然后都是采用龙的红黑设计哦。其实我刚刚想说，贝克要问说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没有，因为刚才那个听下来的时候，他说，你有没有想要问那个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就说，不然这个好了。然后我就说，不然这个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块是什么，就散热片。好吧。OK 的。是，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主板设计的是相当的精致啊，相当精致，而且美丽。然后这边也是嘛，这也是散热片。对，是散热片，这边是龙爪的造型哦。哎呦。所以它有一种那个爪的那种气息，连图腾的这种气息都融合在这个主板里面。对啊，那考一下我们上一代是什么造型？上一代哦，龙头。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，是你刚刚问我的吧？你不要讲出来啦，那我好像我很厉害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想还是 UDJ 问好了，因为我这个你知道吗？就是刚刚这边这部分没有，好像没有讲到这个部分吗？嗯，那你们玩游戏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卡键？就是键输不出来。对，会嘛？对。那其实啊，我们这一次啊，在留这个 PS2 的接口啊，我们有三倍厚的镀金层哦，那它可以抗氧化，那它的传递效果也很好。然后当你整个所有的按键盘所有键按下去，它可以同时一次输出哦，就不会卡键了。不会卡键。对，好像也蛮有用的，有用有用，搞不好你打电动相当快速的时候，所以你之前如果打输游戏的话，就表示你没有用我们的 Killer 主板。是 ，OK，、啊、难怪我常常输。好啦 好，不管我们这就是讲到这边，其实介绍非常详细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来到这边，你知道这东西只要介绍完，这个东西只要你有没有，你只要拿到手上，这东西你就已经不能带走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可是那你要先回答我问题啊。好，我回答一下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一个，有，Killer 在Killer 在这，英文这其实刚刚没有讲到啊，这对啊，就这个就是没有讲到，难怪旁边有写这个这边有写 M.2 它可以让你插 SSD 卡上面的时候，传输速度效果更快，尤其是你游戏存在里面的时候，就不会 会一直在那什么 loading 跑游戏。对，这说到 loading， 我每次都要表一下那个小萌，真的，他以前真的是超强。所以他以前也就是没有用 回心 Gaming 357的这个主板，对。他以前并没有用这个有 M.2 的这个主机板。是的，哦，所以你。這樣不行，我 M.2 也不行，不行，要 M.2， 所以就不要凹我送东西了。不行啊，不然再换一个问题，换一个问题问 UDJ， 换 UDJ 哦。是，你问我这个，我知道散热片。我问一个，太简单了。今天凹东西也蛮困难的，困难啊，今天怎么困难？好，我问你一个好了。我们这次啊，音效口的设计很特别，我们加了什么？镀金，对，然后会让声音传导更好。对啊，好聪明哦，好聪明耶！ Yeah!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放下来，留下来。这个我们八系列就有加这个了。没关系，我至少知道你刚刚的问题，这个还是要留下来。好，对，这个你知道，你看一下我们之前节目就知道，这个真的。这个就是留下来了，对，留给我们广大的粉丝。对，你看一下，你这个东西那么重，你拿来，然后又要拿走，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？太辛苦了。不会啊，我可以拿出去，然后送司机北人。太辛苦了，来，送司机房间。好，这个先，这个我等一下先收起来。但是我们其实哦，一片东西其实也是不太够的啦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那个粉丝页那个发烧网送东西哦，就一格。
那个东西没办法送了、啊。对，那一个那个发烧网有规定，那个赠品一个没有办法。不行啊，不能办活动。不、欸、多啊，不能办活动。要有几个才能办活动？可能要个大概五个七八十个，七八十个之类。哇，你们抢劫啊！我跟他讲，我跟他讲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管是我们 HU 的粉丝还是 NSI 的粉丝，其实都相仿之多。是的，这一片如果分给我们粉丝，大概每个人只能分了一个屑屑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料件很好。对，但是人还是很多、啊嗯。你因为分给每个人，就一个人加一个电容，连电容都分不到。我们电容很贵、欸，连电容都分不到。我跟你讲，光那个粉丝人数，这个电容都不够。是的，真的。所以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你有看我们这样吗？嗯，我明白。可是我也是粉丝啊，那我可以。你可以抽，你可以上去抽。對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说，先去微星 Fan Club 点赞，然后再到你的时候按赞。我们可以教你怎么抽，但是赠品。这一片是一定不够，好啦是除了这片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一点，让我们粉丝哇开不起来，开不起来，真的开不起来，我们想开也没办法。哦、对，我想哦，太难过了，开不起来啦，真的。那我想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，我看一下好了。这主机板这非常棒，这想必一定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啊，对不是它是最新的产品。对，等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你现在要我送一个大家都会用得到的。好的，而且。高级材质，高级材质，对，我有点期待，而且必备的，必备的，超期待的，来滑鼠垫一个，你看这是不是很高级材质又必备？打游戏滑鼠一定要滑鼠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必备，但是这个上次送过了，有吗？对，上次已经送过了。你知道上次有人带那个压力球的那位先生已经不知道消失在哪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这个送过了，我先放在我的衣袖里面，换一个吗？那。送一个超实用的，超实用，你又让我期待了，来再来真的吗？真的。然后你用资料那些都会需要它，用资料那些都会需要它，小小一个又可以当小饰品，小小一个又可以当小饰品，价值不菲，价值不菲，我听这个就够了，来，来加回来，微星限量随身碟。啊，就你上次想要嘛？就上次那个小军人啊，那个这个也收过了，不行，收起来。就是这个军，就是那个佛什么军规的这个对对对的这只小军人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上次送过了，送了怎么没有口袋可以放？那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那只剩最后一样东西了。最后一样东西，对，你知道我刚刚已经提过那个压力球的故事了，对，那故事这种东西就是来让你了解这个不能再做下去。懂吗？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东西应该蛮有诚意的吧。最近天气很冷，对不对？不会、啊，没有很热啊，外面。冬天的时候你要去看雪的时候，去北海道看雪是很冷。对，是的。那你是不是需要很厚的东西来为你保暖？是的，也是。然后这个价值呢？嗯，很贵。所以是限量版，然后又价值很贵，跟这张主机板应该差不多啦。那我就很期待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微星的限量帽T。这你知道上次也送过两件了吗？不是，这个不只是送过，你知道，这个我好像才穿过。我才穿过也穿过啊，这个。可是你的粉丝没有啊？这我们上次也有送两件，上两件，我们上次抽的那两件已经送出去。啊，所以是你们穿过才送人家，好没诚意啊！没有，这个搞不好有些粉丝来收好，快点收好。全部收起来。这我好像还要再提醒一下那个压力球的故事，就是你懂吗？不是啊，重点今天我们来的，你知道我们今天主要介绍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主板。游戏主板，我送一张啦。主板一张，一张。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台子，你看这个台子，那边空空的，这边没有东西。有啊，有盒子。没有，这摆这边的。哎、欸，那个装饰品的、啊，装饰品。重点是那边康康啊。这边需要摆。一张不够要两张。对，两张不够要四张。对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我们粉丝这么多，对不对、啊？我要看一下我的老板同不同意。好吗？你走过去问你老板，老板就在旁边。对，给你问。老板 OK 吗？哦，老板点头了，老板点头，再拿一张出来，再拿一张出来，再拿一张出来。那那一张在哪里呢？那一张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出现在哪里哦。OK， 好啦，再送你一张，这样行了吧？行，送我行，哎，没有，送你的粉丝，送我一定行啊，这是送你的粉丝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有搭载 Killer 系列的主板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有看到，我这边，而且它是军规的，军规的，哇。厉害的军规，有军规两个字，感觉就超厉害的。对啊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这个广大的粉丝凹到了这两张主机板，然后还有这个
这个，这个虽然说对，但是还是会送。对，这个我先研究一下哈，这个还是会送，所以记得要到微信 Fan Club 去点一个赞，然后 HQ Sport Club， 然后参加我们发烧网的活动。那我们这个那个、应该让大家看一下是哪一个 Fan Club 吗？是，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微信 Fan Club、哦。等一下，微信 Fan Club 这个人数看有没有激增的感觉？好，就是这个6万，我们好像第一集播的时候是5万多嘛。哎、欸，这边我闪到这边。对，是这个 MSI Fan Club 哦，这个现在是60779，哎、欸，786，哎、欸，上升了。上升了，所以是吗？那重整一下，瞬间就上升了。对啊，重整就上升了，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厉害了？这个可能要再送一张主板，才可以办法增加这个的。没有啦，那你这样，我下次不敢来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人家下一集还要来。不是，我忽然想，他下礼拜还要来。不要这样子害人，那下礼拜就没有东西可以送了。对吧、啊？好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Tina 了。那下礼拜还是你来吗？应该会啦。哦，应该会哈。如果下礼拜如果没来的话，那老板他们很生气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先谢谢 Tina， 那我们休息一下那个扭曲丛林3v3的大赛。抽签？这边要抽签，现在现在就要抽签了。好，好啦，我们先要来，先来抽签好了。总会抽签。哎、欸，不然 Tina 在，我们也可以请 Tina 来抽。好，我们请 Tina 抽好了。抽要抽什么、啊？就没关系，你就抽，你先抽贝克的5个好了。来，让你抽背。抽几个？抽5个，抽5个。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3 v 3要分两队，那这边队员其实是不同的。来看一下这个先，稍微拿过来。所以这个是我的吗？对，这是你的。小叶叶。耶耶，有点强，有点强。耶，来哦，你手气不错，绿茶，你手气不错哦，你手气很好哦。可以抽一点，就是比较就是。不要那么 K 绿的吗？哎、欸，你手气不错。哭哭岛，哎、欸，哭哭岛也不错，也不错。我突然有点就是有点后悔。小波，哇、哦，最好。你知道你把会打3 v 3的都抽完了吗？真的，这几个都是什么三？这个3 v 3精英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3 v 3精英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不是我跟你讲了、嗯，依照上次那个，我们上次有玩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二打二，中路二打二什么？嗯也不一定嘛、欸。对啊，你都把不要再安慰我了，我知道你在安慰我。好啦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扭曲丛林3 v 3，我们马上开始。本赛事有好多个第一的维新 Gaming 三五七独家赞助，维新 Gaming 三五七现在是人第一。什么？我一定要这样？不要，我要录个正常的啦，你不要害我。哦，你很累，又 DJ 都打不赢。那刚刚就那个啊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是。这是搭载微星 Gaming 主机版的微星 Gaming 主机啊，有听过微星 Killer 吗？说来听看啊。Kill 真正在游戏与语音串流进行优化的网络晶片 ，Kill 就是杀，听起来还蛮猛的，我可不可以要一台啊？教练，我也想要啊 ！Let the games begin。
到这个地方。因为外面目前现在下雨啊，所以那个惩罚我们只要转移到室内，类似篮球场大小的这个社区儿童公园。好，对，我们再讲一下，我今天总共抽到35圈。剩一张嘴了哈，还没30啊，那死了。昨天你动作没问题吗？我妈不要动来动去好不好？没有啊。啊，天啊！行到已经到，还差一步，最后一步。那时候不能急，最后一步就可以跌倒了。这就跟两塔一样，最后的两塔，全位不能急。这就是最后一塔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我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我去巴黎了。原来这样，太爽了。教练，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不可以那么过分啊！先从上面开始好了。哦，你看看我来咯，我来咯！哎呀，哎呀！哦，这个！哇！教练再打，再打，教练再打！教练，等一下，教练扶我一下，帮我撑一下，教练，哎呀，教练我要不行了，教练，啊，这太假了，看我可以走一下，走一下，我可以晃个，哎呀，这个其实挺轻松的，各位，这次粉丝们好，
每个我们这个跑完三组圈，每个都跟僵尸一样啊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讲话，只有跟我讲。他说：“陈亮，我告诉你啊，下礼拜一队没有过来跑。”欢迎大家回到关键时刻，我是目前的站代主播，这位是我们的下巴老师，大家欢迎赛平下巴老师。你为什么要戳到我、啊欸？不是我抽的、啊，我原本预想是跟哭鸟一对，今天时间都已被你连下来了。你不是要上场打第一场吗？没有，我是要打第二场的。哎、欸，我也是第二场，我等一下跟他 best best， 我就不顾一切冲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让各位朋友怕大家忘记啊，我们现在其实就是目前分了两队，那我这队就有小汪、NAD、跟西门、兰特，还有黑牛。那贝克这一队呢，就是阿 D、小夜夜、绿茶，还有酷酷岛跟小包，没错。我们第一场派出来的阵容是小夜夜、小峰，加上那个谁，不要，二谁？酷酷岛。哎呀，我要梦，很像梦啊！酷酷岛、小夜夜、小峰，我们是主人。然后第二场我们是我跟绿茶还有阿 D。你是不是比较不会玩的都放在后面？啊？这其实3v3很少人玩过啊，我就没玩过啊，我连进去都没进去过，我连地图都没看过，这个。这我连模式都没碰过。这个今天打起来，好像我们好像其实有几个是3v3精英的。我记得有人玩很熟啊，有人玩很熟，人叫酷酷鸟。看今天最强的就是酷鸟，还是我们的赤兔马战队的队员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第二场会赢就好了。没关系，第二场就我们三个。第二场我告诉你啊，看到 Best Bears 就不顾一切，闪现大绝什么都放了。讲话客气一点啊，我告诉你。他就在这边。好，那现在选手进房了吗？稍微等一下，那目前选手还没有进房。那这3v3好像其实我完全没打过。那请问这个下巴老师有没有打过这个3v3？ 一场都没玩过啊、欸！我告诉你，你小心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不要一直拿这个，我怕你下巴把它弄破了。哦，等下是我。我想这应该你不要离开下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。啊，阿力有打过吗？我刚刚打过一场。刚打过一场。自定到底有没有人打过这3v3可以来讲解一下的？就我只知道有两个祭坛，两个祭坛，祭坛，两个祭坛，不要一直攻攻攻啊！两个祭坛、啊、很强哎、欸，两个祭坛是干嘛的？你只要占领到两个祭坛，你打小兵会加钱，然后你身上好像会有 buff。哦，所以开始抢祭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吗？而且你在占祭坛的时候会被砍到，所以你可能会被围哦。所以变成就是祭坛抢夺很重要，但是站在祭坛上又有容易会被攻击。你要争夺祭坛，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水晶之痕？有啊，你他是要绕一圈，对啊，就跟祭坛好像差不多，跟祭坛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就是他就会突然变成你的，然后会封锁个五分钟之类的。五分钟那么久？三分钟还是？三分钟，反正就占领之后，这三分钟之后都是你的，就都你的，都你的。起立哎！哦，那是变成抢祭坛跟抢 buff 很像吗？对啊，就跟抢巴龙一样。抢巴龙。抢巴龙也有巴龙 buff。所以3v3大概平均一场大概会打多久的时间？对啊，没有打过。你只要开自定进去看过祭坛而已。出门吗？对，我怎么听起来、啊，我怎么听起来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没错，我就去看那祭坛，祭坛发现那边好漂亮。我为什么会有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人士跑进来？没有，那是我们的导播哥换的 ID 啊。Call me Chen。是哦。不是吗？啊，有一个。好，这边那现在选手要赶快进房啦，因为这边这个赛评跟这个小下巴赛评跟 NAD 赛评完全不知道3v3怎样，我也不知道3v3怎样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讲解啊，好像还多一些道具是。来，你点头了，就是你，来，你点了，来。我才等完刚才三分钟一场。不管你，来讲一下。是我的队员啊，是我们大军的队员啊。你今天不是我队员，我跟你讲，讲清楚，来3v3，今天让你喝定了。来阿丁，讲一下3v3，感觉。
哦，你知道我一小时前才刚玩过人生第一场三 v 三，我连三 v 三都没开过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你一小时玩完的感觉，嗯，我就只打小兵而已啊。我要讲什么？我把那个攻速鞋打完整场还有8000多块钱。我觉得重点是在于那个祭坛到底要干嘛的？你有看到祭坛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到底进去干嘛？吃一小时的小兵？那不开五打五，然后吃一小时的小兵、啊？那不是一样？哦，不会玩啊，总要进去看地图长什么样吧？绿茶懂不懂？三 v 三，三 v 三你懂啊？你也不懂。我要完蛋了。今天就是一个，所以这你们跟我们，所以你跟我们策略就是大家都不会玩三 v 三，大家都不会玩三 v 三，最会玩那是枯岛呀，他精英耶，现在最强的就是枯岛。但是我现在看男生他们很认真耶，真的吗？反正他们现在看那个，所以你们第一场，所以你们第一场派出的是西门、兰特跟黑牛，对他们现在很认真的在看那个三 v 三精英的。惯用角色是什么？你们这三个人也都不会三 v 三了。没有，兰特说他好像探过，所以我想说摆个兰特。哦，所以兰特算是有领军能力的，没错没错。然后西门跟黑牛就是两个打酱油的，对他们只要加强他们就是对线就好了。因为我看过好像就是两条线，然后一个八字形，应该是吧？还是我把它跟 AIN 搞错？嗯，两条应该是吧，应该是两条这样灌过来是吗？不是上下两条，上下两条是上下两条吗？中间没有交叉，中间。有啊，可以从上面跑下去 啊，那就对啊，那就是一个八字形，对，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目前来说还是不知道哪一边的胜率比较高啊，因为大家都是铜牌啊，这是三个铜牌，大家走进来喽，兰特，你看一看就是我们这边胜率比较高啊，为什么？名字比较好听，这跟名字好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加麦是啊，绿茶的这个，我会，没有，你今天要喝定，没有，不，没有，今天你喝，为什么有奇怪的人跑进来嘞？这个。下次密码要来困难一点。好，你们两个可以快速经过。你们两个可以快速经过，小心那个灯，小心灯，走过去就好了。来，让我们欢迎 ABA 的资抛啊，过去了，耶！恭喜啊！年度代言人，年度 B Talk 代言人。好，现在三个人都已经进场了，那我们来开始，准备要开始啦。来，我们来请他们开始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赛制是。就是这两队要打一个 Bow 2 嘛，然后打积分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第二队，然后打一个 Bow 2打积分，对，然后看积分，赢的为三分，然后平手一分，然后输的那边就零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还有 Ben Pick 啊，这要 Ben 什么鬼东西啊？笑来看一下看一下，这个 Ben 的索拉卡。嗯，好像三 v 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 Ben 这个索拉卡完全正确，因为我一看就知道西门就是要选索拉卡。哦，我那边变成雷文。我刚刚有跟他们讲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休想！你们这个战术有没有有几根毛，我都清清楚楚、啊。所以三 v 三有研究过就是，我完全不知道 Ben 什么鬼东西啊。我研究比较多的是 A I A， 不是、啊。来看一下这边第二 Ben。这边贝克队，这边的李星，哎呦，聪明哦，针对哦，针对哦。好，下一年、哦、不知道被什么牌了，直接不要给卡牌吧。是那个最爱玩，不是、啊、最会玩李星的，把他编掉就对了。好的，来看一下这个蓝特相对的什么应对。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酷酷岛哈，他一定有他选角的想法。我相信酷酷岛，对他毕竟是精英，被努努要干嘛？努努很烦吗？欸、其实我觉得在扭曲丛林，努努应该算是蛮强的。真的，好，那被努努，我们等一下看吧，等一下看就知道。你这个有谁？啊，你们三个都不会玩努努吗？不用。努努谁不会玩？不就是吐个口水就好了吗？然后加个速，吃一吃眼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哎、来看一下。有一哎 ，NAD 觉得这个被怎么样？来表示一下意见吧。我少被努努。等一下，你过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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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位置在这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我这里。太小，你要移过来，这样移过去的。好，为什么没努努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最后变攀升，攀升这个好像还可以吧？单挑抢的都要背了，单挑抢都要背。对，所以这个三 v 三就是单挑地图，就是算是吧，算是单挑地图。中间那个不太会 gank， 中间那个不太会 gank， 对，所以他会一直弄，还是怎样？两个就一打一了，因为那地图很小。哦，这个牙术这个变，我觉得非常的精锐啊，感觉就是小叶想玩的东西啊。真的，他已经连续快一个月吧，就是今天只有牙术哦，我要玩牙术，他已经在持续这个状况一个月了。好，这边酷酷的手皮克是要讲是吗？我、哦、这个选角我觉得很不错哦，这个糟糕啊，这个有点强啊，怎么办？这很强啊，我也应该
听说嘉伟你蛮强的。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做这个3v3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赛的赛点，完全不知道叫什么，完全不知道干嘛。嘉伟啊，一定嘉伟，嘉伟是3v3很强势的，就是嘉伟一定很强。嘉伟加逆命，可是这地图还不需要逆命吗？不行，一定要单挑强，一定要单挑强的。这个地图小成这个样子，可是西门单挑也蛮强啊，他会选杰吧？有可能，飞我觉得有可能是杰吧。我觉得杰这个角色蛮不错，有可能是杰。对，所以强啊，小叶等一下可以选杰。有点大声啊！这是一楼二楼在听到。我是讲，我是那个叙述一下，说杰这个角色非常的不错。然后我拿一下手机，该传赖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西门会选什么角色呢？感觉就是杰。鲁鲁，鲁鲁。应该是黑牛玩的吧？我猜是黑牛玩的，因为西门可能想说，你拿我杰，我拿飞斯嘛，你拿飞斯，我拿杰。这个不是这个奔屁的概念，跟五五完全不一样吧？这应该我不知道，好奇怪哦。等一下就看到这个小叶跟小峰，一个拿杰，一个拿飞斯，看起来不太科学，你知道吗？这感觉有一种我准备要那个五五这个瑞那个天 rank 那个对吧？博辛奇德。这个真是太精锐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了解。好像是因为西门的电脑看不到这角色啊？是龙女，刚刚用到你，龙女看，哎、欸，啊，他选两只西门看不到的角色，为什么他看不到？为什么西门会看不到？新记得有一个是跟西门电脑看不到，然后龙女有一个是跟西门也看不到。所以你会看西门，等下都，他都，你都会发现他都不普攻，他等下都不普攻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他点不到他。我从十定就开始在作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 bug 吧？可以这样子啊？我刚二三楼在选位置，就是在输到去输到坐二楼那边嘛，就是比较，因为他要搬，他要坐下来，有没有？就故意输。那我估计看这个 pick 应该是不能选一只不能普攻的角色，有没有？但西门现在很头疼啊。要选一个，这队就打不到，怎么打？他是待在电脑上，完全看不到这个人吗？就隐形，就是隐形，就是隐形，太扯了，这什么鬼东西？你看那个血条在那跑来跑去，血，看得到血条就是，你可以按点不到他，你可以按 A 打他，还点不到他，你按 A 只能很难点，反正就难点 ，A 地板就难点。这个要求重赛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太作弊了。佩佩跟宽这样，怎么可以这样作弊？我是觉得还好啦，不是吧？你刚才说还好啊，你有事吗？觉得应该还蛮公平的啦，哪里公平？你跟我讲，蓝队嘛，地主队，蓝队优势。好了，地主队，等一下，我在紫队的时候稍微让你们一点点。OK， 你已经让了吧？你看，然后选挑选杰，挑选杰是。哦，这个，等下就阵容应该，我觉得有拼有拼哦。哦，可是其实双方都误伤打伤都有啊，这个其实还好。是，但我对3v3这个地图完全不了解啊。只是左边那边全部都是近战。全近战，全近战，然后在紫队这边至少有一只露露可以来做风筝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整体来说，其实我完全看不出来是怎样，因为是3v3啊，就是跑来跑去啊，这个就不知道，没有打过，无法讲，无法评论，真的。不然我们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六，我们在那边打阿华了。哦，六个人缺一个，六个人缺一个。不如我在那边直接打阿瓦，直接打阿瓦。那打完讲一下，打因为打完跟我们讲一下。这个我这分成两边在进行，这边是打阿瓦龙，也很紧张，那边也很紧张。对，这个3v3这个完全不知从何讲起啊。这个双方会战打起来，我感觉杰装备很好的话也打不死谁啊。这个对面全部大男，也没有任何人要刺客。我不要三分钟。感觉紫队这边伤害有一点稍微平弱，是不是？不够中期就不够打左边。对，而且嘉文很吃 EQ 我们重啊，兰特带重疾，所以他要 jungle。我是没带重疾。这游戏需要重疾吗？不用，我知道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精髓应该就是在重疾，因为它叫扭曲丛林，所以它需要 get jungle， 所以它是丛林，所以需要 jungle。啊，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明明知道，所以时脉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兰特果然是厉害啊。哦，现在不是我完全不懂啊。来，下班老师讲明一下，重疾。我完全没概念。重疾就是要拼那个第一只那个蜘蛛，拼第一只的蜘蛛。蜘蛛？蜘蛛是什么？就是这地图有八龙。这地图有八龙。类似吧。这地图的八龙叫蜘蛛。就上面的一只东西、啊。哦。看一下。它重疾。所以类似蜘蛛吃掉之后会怎样？有 buff 吗？我不知道。也不知道。有 buff。好，来看一下。这边。因为左边没重疾，一定吃不到，一定抢不到。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产品。
没有啊，你讲你的，我就那边没有啊。三 v 三，我也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三 v 三一个完全不懂的一个概念、啊，对，这完全问号问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选手也不太明白这个到底在玩。我觉得他们会等一下当成五打五在打。对，那阵容就已经看起来像五打五了，除了星级的比较少见之外。这到底在玩什么？这个已经、欸，可是你看哦，如果就是。酷酷岛小峰跟小叶他们比较会玩的话，你看他们都不会选大男的话，是不是在这个地图大男稍微比较强势一点？有可能啊，但是基本上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过啊。这大男通常单挑都很强，是啊，真的是西门店看不到，大家跟大家有可能、啊、这两个角色 一看就是要弄西门的、啊。而且我知道对这个西門看不到也太好笑了，对西门电脑这个研究很深刻，这个小峰应该是明白这个问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他之前他说他看不到的时候，他说哎呦龙女看不到啊，然后小峰就会过去看一下，电脑就哎呦真的看不到，什么东西？所以等一下西门电脑看到的龙女是空白的，是透明的，就是透明的。透明？那有形体吗？没有，他看不到龙女，他就是只看到血条在动。啊，有看到阴影吗？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只有血条在移动。啊，打屁！游戏大，这打屁可以这样打的吗？说不定。他那个改版之后就修好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场上的裁判通通都是我的。我说觉得有点被表的感觉。你跟我斗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你们两个同队的，是同队的。你不应该来抗议一下这个状况吗？阿乐、啊，哦，这太扯了吧！这真的是很过分啊！我受不了了。今天惩罚可怕啊、哦！今天惩罚可怖哎、欸！非常可怕。是，哎、欸，我们要讲吗？现在要讲吗？是吧？是可以顺便讲吧，对，今天要喝苦茶、欸，听说很苦，一大杯，听说一口就很苦，他喝过，一大杯苦茶，然后你刚才讲那么辛苦，我宁可吃一个辣饭、嗯，就上次那个辣饭吃一个，我也不愿意喝半杯苦茶，半杯而已，因为我刚刚喝了这样、啊，你有喝、啊，我没喝、欸，薄薄的一个底层，你知道吗？谁去买的、啊？造型要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试喝？有没有试喝？来一口，我来试试看，来。来一口，来一口。UDJ 先来尝鲜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喝定了。第一场就来 bug， 我哪受得了？没有啊，他们没有用、啊。他们没有 bug 造型，他们没有 bug 造型。啊，还算能吃的、啊。对，这身为一个选手就有这种自觉。我刚刚就是你知道，我特别跟他们交代过、嗯，千万不要用这种小人的伎俩。他看还爽，还爽说，哦，爽。怎么没用啊？有 bug。你从刚刚都在讲什么？你现在在跟我讲什么？这样就好，你就喝这样就好了。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再多也会。我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哦。再说我会死，那你有没有等一下喝半瓶？可以喝一瓶。这光看的我都觉得很难喝，你知道吗？这看起来 这跟旁边的水沟的水有什么差别？教练来半口。这跟我吃我先来一口，你先一点。我先闻一下，我先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没有味道了。闻一下，来了，几吹好，像新草茶，几吹好搭了。这我刚去厕所啊，来了搭了，看到了一样。来，男人要有气魄。啊！不能讲脏话。来，这边，哎，可以试一口。不要，我要喝一杯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啦。哦，我怕我喝一次，等一下不是这个杯子啊，是那个。哦、欸，有没有水啊？超苦，换个水给我去。超苦，欸、这谁、個、要来踹踹下？哦，来，那你要进路径啊。你要来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干，这是超难喝的，这什么鬼东西、啊？哎、欸，腰子尖，腰子，不要腰子尖，不要腰子。啊啊啊！我说干怎么那么好？干、哎，喝了，干了。别！还好啊。他水，真的。我的水，哦。啊，好恐怖哦！谁敢？谁去买的、啊？导播哥，你等一下给我来喝一杯。哦。每次出这种消息，要 face check 了哦，要 face check 了哦。哦，他其实看到哦。我、哦、准备进来。先给我水，先给我。哦，这是好难喝，是什么？这跟巴拉松有什么差别？难喝死了。哦，这么爽！你要不要沾一点？我看那个脸，我都哭了。刚还有一点，没有，不要，不要告诉你。比你上礼拜的饭团还难喝。我这天今天不会喝到这个东西。没有啊，我不要。输要跟我一样。好，我来，我要认真讲一下扭曲丛林啊。现在，地图你看过吗？啊，谢谢。中间有两个很像眼睛的东西，大概就是祭坛了。左边，左右边。那个上锁的那个就是祭坛。喷吃啊！然后中间有个地方可以加速。我知道，没有，中间这个是吃补包的地方。吃补包，那它走过去会加速吧？你以为是？哦、你以为在跑步那个五星的那个吗？不会加速吧？不会加速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完全不明白啊！现在是黑牛跟那个小叶对照了，做得好啊！哦，感觉前面黑牛感觉就会被压制啊，感觉就会被点爆。哦，不会哦。不过其实清洁的上六之后，你点他也没意义、啊，他就是无脑洗就好了。啊，上路这边捷达贾克斯前面应该捷 OK 吧？这个这一线应该贾克斯应该不会很惨的、啊。其实这被推线方比较惨的、欸，这感觉这地图被推线的。那个小峰这个三 v 三也算蛮，哎、欸、不，他那个玩贾克斯也是玩的不错的，应该是操作应该不会很 OK。不过目前每个 Q 其实基本都 Q 到，然后下路这边其实小 A 有点被压制了。这个是选一个新吉德又没有让人家看不到的造型感受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说那个不能什么选手要有这种什么？刚刚又讲对啊，选手是需要有当稳。哦，要去找人哦！要去找人吗？这地图被推线，感觉就不太好。好喝吗？阿弟有没有感想？我就想说，你看嘉文要被杀了。超级难喝的，不是我讲。哦，一个 gank。哦，这个感觉黑牛晕到了，苦苦岛这边过来，黑牛应该这不会死，这不会死啊！脚闪就好。我其实他可以不用脚闪的感觉。要细节开鬼步了，细节开鬼步了，不用脚闪吧？被他摔下去也没有没有，你根本就是想害他死吧？你在那边装，感觉被脚也不用脚啊，不用脚了。哎、欸，你跟他同队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同队，你搞清楚状况。抱歉。哦，那到中间他怎么了？有我们一个，然后这边酷酷岛也过去占领了另外一个这个。这感觉这整个游戏会玩的就是酷酷岛跟兰特。我们现在赶快学习，赶快学习 ，OK？ 哎、欸，这个哦，这个憨逼的，好站到了，这一人站到了一个祭坛。那个，如果你上去祭坛，你要站人家祭坛的话，会被看到，上身上会有一个 debuff。啊，是啊，对，就有一个眼睛的 debuff。啊，那选的 poke 脚不好吗？那你站在上面，我一直丢这种 poke 脚，你对先的。哇，这边跳出去之后 EQ 被没有抽起来。我兰特这一，哎、欸、不，那个小峰这一个回身一个 Q 回来，我刚刚进。对，这个线被推过去了，不过小叶也靠过来了。这个，哎、这个是神感应吗？还是有看小兵有看到吧？可能有看，一定有看到，一定的。啊，这边又戳上去了，这个啊，这个受加稳啊，真是很瘦啊。这个，哎呦，这边被包了，而且小叶这边已经没有控制了。再见啦，兰特，再见。Yes，Good job，Yes，Good job。哦，有望哦，有望哦。跑太快啊，会跌倒、啊。No， 来帮我倒满一杯给贝克。你是谁、啊？超难喝哎、欸，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？何老师，你现在倒满一杯，你要不小心你输，你要把整杯喝掉。啊，先不要倒，先放着。怎么会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啊？你到底从哪里找来的，导播哥？导播哥被看到吗？中药店啊，被看到了。哦，这什么鬼？我到现在嘴巴还在苦。你没事买个苦茶，跑去中药店买干嘛？中药店买的。这喝的对身体好吗？一定的，超赞的吗？一定的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不会长痘痘。哎，那个、啊、我们等一下输的时候给兰特喝多一点，他现在比较少痘痘。跟他讲是这个杯子一半，这个杯子一半。哎，对，他现在不知道吧？他现在不知道，他现在不知道。我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员，每个都没有什么痘痘啊。对啊，哎，还好啦，没有了，预防胜于治疗啊，要先喝。好，这边小宝物们蹲在那边，蹲一波。来，但是这个应该是打不起来，而且西门整机还是赢过小峰的。而且在这边，我看下路其实小叶是被压制的、啊，这个没有牙术之后就玩新吉德，感没有、哦、感觉到中间。哦，这个哭掉，这个五等打四等、啊，这个打不赢哦。要怎么打赢啊？这个 EQ 只要中我就哎，这太歪了吧，同学。啊！刚刚才夸奖你，你也太歪了。这是一个很正常的，这个 EQ 连战你那些太漂亮了。什么鬼东西？这现在就反着讲啊，这个好你就还好。好，这个 EQ 其实就很应对的吗？我想到了，等一下选那个。没有，我们等一下选。这个 EQ 又来了，怎么又来一次啊？好，这边摔过去之后，小叶。然后不过小叶挂点的时候，兰特也挂点了，哦，这不太妙啊！这其实西门已经用完所有的招了，感觉要往生了。然后大绝 ，nice， 好，没有会被打，没有，这其实没有，露露会赢，露会赢，露很强，露露拉打啊，没抹，很强，这个很强，很强，要死啊，要死啊，很强，No，
没关系，现在才刚开始。黑莲娜太漂亮了，姐妹有能量，主要还是 EQ 啊 ，EQ 没中太亏了。那个嘉文说的伤害根本都没有打出来。有，那你做中没有？不要再讲。一开始没。那太打太漂亮了。哦，这边还想偷这个，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吧。那这边整体来说，蓝方的这边等级好像都偏低哦，然后他经济也是略逊于这个紫方的。那其实就是 gank 吧，有几次 gank 的人都聚集，但是没有 gank 到下路那一次啊。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误，不过整体来说其实打得不错啊。节制收不够强啊。对啊，其实还不够强。节制收不够强。我觉得节强起来，他们防装大概出来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右边不太妙。快龙啊，蓝方。而且现在是一挑一神鹰贾克斯。杰没有六的打不赢啊，他现在没有六啊，他现在没有六，他现在没有大。早就六了，早就六了。他是没有大，他是龙种，他早六。那个是算是扭曲丛林的灯笼吧？那个灯笼啊。而且贾克斯打劫很蛮拼的、啊，而且扭曲丛林上一张的这个道具跟武力合作，还有什么？这边中了运动，感觉就是要往生了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兰特出来 EQ 没有到，再来很好，我们看到了空姑娘，不过下路这边其实小叶是一直被压制的，然后这边要摔到喽，感觉要摔到喽，我不太妙，哎，这个，哎，黑牛，黑牛，黑牛差不多脚闪，哎，聪明。哎，你怎么走过去的？脚闪哦，还有被堵到吗？哎，脚闪的，耶！这样其实不好啊，这个整体的话很亏啊。哎呦，站到两个塔了，不愧是有没有我们这个赤兔马战队哦。还可以干嘛？这个，还可以干嘛？这血球有点大。他可以，他给一个 buff， 然后还好像还有加钱吧？加钱。对，你看他瞬间钱变多了，他刚刚输没输快一 k？ 现在每一只兵都会加钱。没有，是他是经济，就是你打兵会加三块，对，多一个秘密的被动。然后你两个的话会加全部石化能力。小峰回去之后直接弯刀加上这个小冰锤都跑出来了。这个其实这个状况小峰好赚哦，这个假设到底拿了两个头是怎样？轻松这边看来，一看就知道右边是什么。哎呀，连普攻都不会啊，这个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帮我背是天吧。兰特，哎呀。这边看就知道，我去旁边水，快没机会了，差不多了吧？苦茶可以先斟满了。我们先讨论一下，等下怎么打？我们还有一场啊，还有一场要吐啊！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图是围绕着丛林的？真的。所以你该学一些丛林上。右边，等下伤害一定不够打。路人那个像什么？啊，蓝宝超强，蓝宝超强的，你们选。我们等下再讨论。哎，这个绝对不能让敌方听到，知道吗？大家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然后你现在在敌我这样分来分去，这样不行啊！没有没有，喝过这个苦茶之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我们虽然说是同志，但是这点我不能让，我不喝这个东西。这东西真的太恐怖了！来，我让你坚定一下你的意志，喝一点，一滴而已，不要碰我。哇！哎，这边怎么发生事？哦，小猫一个扫，小风。哦，现在换枯骨岛送吗？哦，这个有枯骨岛，哇、哦，这反戳还是没有戳到。哎呀，你以为你跑得掉啊？哇，这个团战我们好强啊！哎、好了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西门，你不要冲动。哎，这蜘蛛，这个就是蜘蛛出来的地方吗？哎、对，看起来就很像蜘蛛吧？好啦，你巴龙不是一出生就有的？这个时候应该快出啊，十分钟出啊！在干嘛？哦，你们没事，去站！哎，你们危险，回家哦！没有，可是会被站回去啊。没有，会锁起来。我也注意到，要多久？它会锁起来。要锁久？90秒。90秒。锁九十秒。锁定九十秒。多久？好像两个被抢走了。哦，哎呦！那个土刀先不要拿出来。这个风向放满。风向有。风向有一波，这一波好。这一波哇，加80块，我刚好看到。精英要打输了，好爽哦！哎，我们这不是赤兔马精英战队吗？啊，这风向变来变去，连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该哭泣。康纳波没有。刚刚波没有跟上啊，小峰先上，然后被 all in 了。对，然后这样其实以撑线来说，我不觉得黑牛很差、啊，可是其实三打三混战大男真的比较强。一定啊。对，那可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出一个法系，然后两个大男。反正你拖到后面一定是左边。一个法系两个大男。左边比较像卡萨丁啊。对，卡萨丁不好吧？我觉得卡萨丁打大男很废。他可以飞来飞去。那没有用啊，飞来飞去。很帅啊！你是帅个屁啊！现在的重点是。你要不要来鉴定一下你的心情？那你看他，你跟我说，你看我看过几个人喝这个东西了吗？每个人脸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大概就像扭曲丛林一样，如此的如此扭曲。我到现在嘴巴还有一个余味，你知道吗？超痛苦。什么余味？什么余味？就是这个什么余味？我觉得这个水就跟臭水沟的水没有什么两样，你知道吗？它光颜色像，就是从臭水沟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这个去双二行买的吧？你先讲清楚，这不是。
真的说好，真的是哪一间中药？你收据要给我看，不然我觉得中药行，这根本就是做臭水沟做出来的。中药行的水沟，这真的太扯了，超级难喝。水哪有那么苦？你又喝过？你假的说你喝过一样。哦，这边蓝特 EQ 又空，这个对，有没有看过？再中一次。对，我其实想想，他这场到底有？哦，这个很大绝，非常的精锐啊！哦呦，有没得？去死吧，姑娘！不能，很好。黑牛，不要打黑牛，黑牛，失败了！打蜘蛛，打蜘蛛，打蜘蛛，打蜘蛛！哎呀，再见。Okay, 把我整满，倒满，倒满，倒满，怎么会？收回去，收回去，我们不要喝苦茶，我们喝点别的、啊。这风向变来变去，让我好痛苦。这很明显就是打不赢了、啊。其实没有，其实没有，其实又被打掉。他来得及，他来得及。露露刚才断掉奖金的票。加入美式的 EQ 没有一个中的、啊，这 EQ 一直没中，正在涨。起手不好，那应该扣着啊，扣着啊，扣着去敲嘛。起手不好中。我们的小叶在白木啊。他就是小叶啊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好啊，直接喷，祭台已经全部暂停下来啦。这打到后期，除非露露超肥，杰也超肥，不然我觉得很困难。哎呦，我好像发现这游戏没有探眼的东西，没有探眼吗？哇、哦，我拿到这个神扣啊，这个。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贾克斯还没发现，贾克斯还没发现，发现没发现，他们不知道。Yes yes， 苦茶给我倒嘛。我中的是蜘蛛爪，好帅啊！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有什么 buff？ 哎、欸，有 buff， 有一个圈圈，有没有看到？不要，这个圈圈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先撤回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拿过来，这是教练杯啊！没有，来，教练杯，来看一下这一罐，大家观众看一下这個。我第一次看到。这跟水跟水有什么差别？你跟我讲。给我卖苦茶的。这个花，这里花多少钱？这一罐多少钱？哎呀，一罐一百，这个多少钱？200。超贵的！现在拍卖，现在卖，再卖掉，现在卖掉，我他妈花200买这款乐色。兵王锥能发，兵王锥能扣回，你他妈可以。哇！西门一个神操作。要单杀。哦。黄色的 buff 倒满了。黄色的 buff 很强的关系吧？哦，这边在这边。超强。每个人会扣钱是怎样？哦，这 buff 太强的关系。buff 好燥哦。我们等下带三个重击，然后。三个重击有比较快吗？没有哈，重点是你要先打有六会战。我其实对这个地图有点想法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讨论。我们再来讨论一下，恩利。等下，我们不是精英战队吗？没有，在这三 P 三都是铜牌。是啊，一哥呀，一哥，只有 CCP 了。我这个 Ban Pick 魔术师，等下教你怎么。哦，要推塔喽！这个推塔有点快哦。来，小叶，这时候不该靠过去，你知道吗，小叶？我这感觉开玩笑了。对，应该会摔到黑牛，但其实黑牛站了一个好位置啊。太棒了！真的，摔得好啊，真的太棒了。其实我们这边有 poke 能力啊，我们其实有一点 poke 能力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他对面没强开。对，就是新技能开大了，稍微推一下没关系，不用理他。这波很关键哦。哦，这个弹起来。上黑牛。哦，其实小峰也扣很久，但是被骗了。小峰再见，赢了。右边赢了，太爽啦！哎，推塔，哎，刚雷罐帮我拿出来，雷罐，不用退兵了，不用退兵了，应该不只有一个，不要开玩笑，放着，我还不确定，赢了再讲，这是露露，露露其实好像还真的蛮强的，哎呦，哎，贝克怎么不讲话？这塔掉了！哎呀，心好痛啊！哎呀，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没想到第一场我们就赢了，哎，快赢了！连夏日也推掉了。哎，你刚刚讲什么？阿丁刚刚也有讲话，还没打完是吧？没关系啦，哎呀，我们来等啊，这杯子有点太小。你知道等一下风向如果往他们那边吹，我就说杯子太大了。我们换那个洋酒杯就好了，小的那种东西就可以了。来一个下车，大家互相嘛，好不好？啊，其实到现在贾克斯目前有陨落了吗？有吗？还没有陨落。其实一个声音蛮肥的。可是问题，你看西门是什么？陨落加俄语。哎呦，好肥，超级痛，他超肥。只要贾克斯反击风要开过，整个 all in 他就再见。那所以这时候就要蹲上面的草丛，然后等一个新级的到底？我只要怀疑小叶，他是小叶叶，不要怀疑叶火。是哦、哎呦，其实这边黑牛露露操作，跟你讲啊，不要 O 露露啊，
把露露救出去！哈哈，露露活下来。没有，我真的好，这个会在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小叶，你选心机的选的很好。哎呀，这最后出去还是选心机的，这个真的是哦。哇，好臭啊！跟苦茶一样。好苦啊，好臭啊！心很痛啊！这个辛吉德最后还是有占领吗？没有占领。他其实不用跑吧？这两个，这个两个比你还怕他、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双方都。小峰发育很好吗？他三下跟人头都一堆。对啊，可是露露发育也很多、啊。现在小峰就姐了，姐比较肥哦。姐坦装吧，姐 carry， 姐 carry。小峰最肥。姐要 carry 了。这其实就可能这场重点在于杰跟贾克斯的 PK。两个人的发挥吧，两个人现在都是打小会战了，几乎他也只有小会战，他也是小会战，不然你要打多大？对啊，所以没有，所以其实右边也不错。哦，贾克斯，小峰继续蹲在这个槽，左边现在反击没有丢出来，不要，拜托反击风暴快丢，你这时候反击风暴清拼啊？对呀、啊，哦会不会？真的是愚昧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招是要扣下来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反击风暴清兵就是精锐。你以为小峰这个有没有假设说那个精锐的人会多这种误区吗？他等一下就不要开，开了你就知道。哦，中路这边其实我觉得兰特不要冲动，那不要兰特。哎、欸，来来，兰特你在说笑吗？兰特不要，你 EQ 没中过就算了，你还关自己人？不要，不要嘞。哦，这边你看，这边库库岛出了一个很神奇的一把光。我觉得其实到目前看，我觉得兰特去撑线好，因为露露骚扰性比较强。哦，这边，戳有没有中？你的戳到底有哪时候会中啊？我真的很怀疑。太瘦了，多喝一点苦茶，奇怪了。这个哦，单挑，贾克斯 PK， 感觉绝对赢的。哦，这就是开反击风暴，你信不信？他前面开掉了，没有了，他刚有翻、啊。哦，是有，而且这边其实另外两个完全没有意思啊。其实这个蜘蛛是 AOE 的。啊，是啊。所以你没看到杰在扣血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西门快死了。但是我们中级了，没差。Good job！ 我打了一枪，去那里，一直待在那里，绝对不会让出半步。没有，其实这个地图好像没有野。哎、欸，这地图可以插野吗？不能。不行，好像没有野。不行，插野。是杜巴战队吗？你竟然还不去看？有可能在战祭坛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战祭坛要被看到了，好像是耶。对啊，有可能在蹲人。好，这边龙女来 check 了，这是这边还是三 v 三精英啊？还好嘛？很有意思嘛？哎，意思也太慢了一点。基本的意思啊。哎，CC不错啦，其实没有很差，真的。就像巴龙被偷那一秒，还知道这里理所当然。何嘉文后面很烂嘞、欸。你要说这种话，你哪一队的？你搞清楚，你输了要喝。我是。在正当的正确的频率，很好，只要不要被推进去都有机会啊！我们这个阵容啊，专业的频率，不要被推进去，现在就马上要结束了。不是，他刚刚那个冒烟的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他身上那个鞋秒掉就好了。而且这三 V 三好像有很多奇怪的道具，对不对？我看都没看过的道具，都不知道在送到小孩。你知道这是优质节目，优质节目啊，都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的道具，对。哎、欸，一个身上加80块，其实现在还好吧，到这个阶段还好吧，这阶段我觉得其实没有，还没有不怎么样啊，不重要了，装的很烂，哎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，他杰的装备才三件大装而已，还好，都还好，两件半啊，才推到这边还好。你看，点一下塔更。你看黑牛都要哦，小叶这个开鬼步就是开的很好，这个暴怒啊，这个小叶怎么没有打问号？小叶，对。来，蓝特直接关关注就对了，直接关就对了。EQ 不要重点关到就好。小叶再见啦 ，Goodbye my love， 我爱的。赤兔马战队，加油！你就想在这里啊。这个是兔的兔吧？赤兔马。赤。然后如果我们等下输两场，然后爆炸。没有没有，平手那是平手，我们再配这队上去还是会赢。结果想不到。背部的压力的是我们，所以我们很轻松，所以我们很轻松的是不是？站在打赢一场之后，然后我们就等上去等着哎，装死了。吃苦嘛，吃苦嘛，吃吐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场。要点塔啊！其实我觉得这边 B 塔不好。对啊，这个兰特你在这边就是要快死啦！哇，这边这个是 all in， 真的假的？有死吗？没有没有没有死啊！很好，可以。快跑，快跑，不能追啊！这不能追。这其实追了很惨，会被对，这吹会被弹反打，这不行吹啊，这个不要用武打我的观念看这个，对，是三打三，不要吹，不要吹，这追不好，加了都会出事啊。
哎、欸，如果他在这上面，然后被看到，如果被断，那个会慢吗？我觉得等下嘉文有点飞，比较应该不会。嘉文玩太烂了。嘉文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负责关系级的人。哎呦，就这样子啊，不然呢？他不是先选的。我们只要打死杰，就有机会赢这场。他们这么笨，造型都不会用好一点，我抓不死他。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他如果造型有用好一点，这场应该就不会。雅克斯就不会完全不会怕你。就哪个点？不是讲的是，可能是龙女跟金迪。好，这边你一用过，你有。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要开玩笑。好、哦，这就是他的功用了、哦，辛苦了，哎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哎呦，蓝哥，哎，打得很好，打得很好，漂亮的，漂亮，蓝哥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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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特那个嘉文玩得很好，我知道没错，控蜘蛛，门脚，控蜘蛛，对，控蜘蛛，蜘蛛多久啊？不知道了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多久，差控屁啊，应该三分钟有，最好是哦。不行，他们没中几，我其实觉得这个露露越来越肥 ，OK 的 ，OK 的，而且你知道他出了一个这个只有这个地图才有的 OP 装吗？他那个最左边那个蓝色那个是帽子加沙漏，哦对啊，合在一起的，雾还有雾防，露露的那个防，超黑牛出了那个露露的帽子，帽子加沙漏，那就是以前对，全部混在一起，就是以前的中亚什么戒指，哦这个以前的，孤岛、哦，我觉得你蹲你会输，你没大绝，蹲屁哦，好蓝色小爷爷在后面，他在等，然后这边，好来这个哎这个等一下 ，S 你蓝克。这个哦，这 Q 没有中，不过蓝特的 EQ 终于要中了！不要！等下杰在逃亡，杰在逃亡！哇，被打好多，有点惨！我被打好多，有露露在跟我开玩笑。来看一下，露露这个大绝，他自己好赢定了，太赢了！回去，揍他！不要再追了，中了，可是中了没意义的。Good job，nice play！ 哎，这个搓旗子。其实也不会死，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其实不会死 ，EQ W A 一下，去推塔或者是拿任何东西，拿蜘蛛都可以。拿下面的塔，蜘蛛出了，蜘蛛出了吗？出了，没关系，不要拿下。推塔，推塔，它比较重要吗？它比较重要。比较重要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怎么知道是三 V 三？谁知道是什么鬼啊？推塔游戏耶！好好好，谁知道？等一下再讲。推塔完就直接推珠宝。哦，这是珠宝吗？对啊，推塔，对。这迷你啊，这不是珠宝，不要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珠宝。来，继续，不要跑，不要。再跑，再跑，对，再打，再打，啊，再有吗？Q 一下，好，嘿，来追，来，没有啊，哎，左边，哦，这，哎，蓝哥，你不用过去啊，你回不了，再 Q 回去，再 Q 回去 ，Q 对 ，W， 你要 W 呢？蓝特 ，Good job！ 要被吃蜘蛛了，最会玩家了。露露去干扰，露露去干扰。这个家，哎呦，这我还在打那个哇，那个魔兽世界，这要打副本，好酷哦！这蓝特的嘉文玩的相当炉火纯青啊！最会玩家了，不愧是那个老酸。这个加油，没关系。加油哦！这经济差距只能到3000的哦，这个哦，只要打，我觉得只要打死杰，对不对？就是有。没有没有，杰去 BD 就好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杰就是进去，然后套露露大，然后就被控住了，怎样？哎、然后你假设进场变动物就好了。真的，假设进场把它变动物把它敲死就好了。对啊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还有嘉文的 EQ 哎、欸。现在打不赢哦。假设现在哦有坦装哦，现在怎么打的？没有魔法，就是假设是已经把蓝盾出来了，可是露露还是输了法杖。对啊，他其实出露露三打，我腰还比较痛吧，法杖血可以。其实露露现在打的相当的痛啊，穿你，他这个帽子当最像，就是他。对，我觉得露露有点痛啊。不要开玩笑了。现在那个我就是不要管露露。对，哎，该打露露。重点要把蓝盾打死啊，他太强了。他那个关。对啊，你不把蓝特打死行吗？其实不用你蓝特，可是我觉得蓝特真的是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关键点，关键，相当关键。真的，要先打 EQ， 决定两队的胜负啊！先打蓝，决定哪个胜负、啊？这边其实贾克斯发育已经3项了，还没有陨落。要快陨落了吧？没有，他先蓝盾了，所以很肥啊。他现在超肥，他现在很硬啊，他现在开啊，大概250。左边两个要声音就难打了。
对，不过这边也毕竟有黑切，这个、其实。我觉得他们包到，他们真的很心机啊！他们不要不要哦，兰特不要过去。兰特哦，他把奇迹用掉了。你知道其实 CD 很久吗？小叶小心啊！很好很好，这是个机会。不要一定要针对露露跟姐，不要李佳伟啊！打嘉文就对了。打嘉文是师长变的。好，这边其实。这游戏没有演吗？没有，好像有。哎、欸，这是谁跟我说这个一场比赛20分钟结束？苦烂，这已经30分钟了，快30了。这感觉比一般还久。没有，因为这个苦茶决定了大家认真的那个。好、哦，兰特，你上去也不会有人怕你。这边 EQ 还是没有送、哦哎，去送去送，兰特你就是要去送，哦、没错。这个标的很好。很好。哎呀，这个扑我去，我去有点惨，我觉得有点惨。西门怎么会 OE 他？哦。哦哦、oh, ，太好了！哦、oh, oh, ，来来来，黑牛死了，黑牛，黑牛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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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再来，哦，这个技能还是要死的感觉，哎、你 Q 我，哇、哦，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哥、哦，我陈广峰哦，念难我的心脏不同，不能欧一心机德啊，他怎么打心机德？不是啊，他刚才打不到那个贾克斯，贾克斯其实没有什么错哦，啊，就打龙鱼啊，就打龙鱼，就打龙鱼。心德是 carry， 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？就打龙鱼，心机德，心机德这么痛，哎，心机德不要鸟他就好了，最后再收他就好，把贾克斯打死就对了，剩下都是马斯，要加入要加入要赢的，要赢的，赢的就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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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卡杯，有机会还是有机会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。看，很多甲哥是过就更烦。下路会战是关键的，应该是要从下路破过来。就我觉得现在可以 K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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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我的认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会战怎么打，知道？把新人关起来 ，EQ 出去打另外两个就好，新人就放在那边，不要理他。哦，对不对？精锐啊，对，嘉文就只能做这件事了吧？还可以做什么？嘉文就是 EQ 监控。No， 没有，就是你的嘉文就 EQ 监控，然后要去戳那盖新吉德嘛，盖住，然后队友全部盖在里面，然后一直新吉德在里面。好像跟刚才的情况不一样哎。我觉得嘉文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关注新奇的，然后 Q 贾克斯降他的步伐，然后这样子比较有机会。他可以降趴数步伐嘛？我记得了。其实已经没什么机会了。不行，你喝了这个跟我讲，你喝了这个跟我讲，你喝一口再跟我讲。你喝过你就不会这样讲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以一个天哦，再蹲。真的很阴险，真的很阴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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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将，大将，大兵过去！好，来来来，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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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关系，先打小峰，先打小峰。Yes， 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跟你讲，做人就是要阴险啊！做人，变价，进去，留一线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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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一线，没有没有，这个为了这个东西没有一线，这个很完全没有线，结束，要留一线啊！要进去，要进去，骗你的，那么一线，结束，结束，这个是珠宝吗？没有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这是军营，你也去瞎掉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没玩过，没有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哦，没有没有，还有龙，哎，龙女不能干嘛？龙女可以干嘛？点塔，有点塔，点塔，点点，哦，西门。西门有危险！来来来来来，哭哭岛来，很好！哎哎哎哎，你手屁呀！来来来，哭！哎来来来，我觉得两个回来，你来你来来来了来！哎，冲过去啊！冲过去，要死了！快快快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好机会！买！好，快跑！回去回去！快走快走！守蜘蛛！吕克要掉蜘蛛了！没有没有没有办法，蜘蛛不能守啊！吕克要掉蜘蛛！还敢在那里踩祭坛啊？踩祭坛回家？还不回家？你不知道骗吕克吗？你三岁啊！啊！你们不要蜘蛛啊！没有啊，可以。不是，祭坛可以干嘛？祭坛有什么效用吗？我觉得这个两个其两个加十趴攻击，我觉得十趴攻击以后继续 K 十趴。其实在站祭坛都可以 recall， 然后刚好站两个。没有，他要站两个，他要站两个，所以他不 recall。可是其实可以两个人先回去。头好痛，我头也好痛。哦，有有。气氛如此的紧张，要被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不能守。哎，家里小兵哎。小兵，哎呦，越红越好，再红一点，再红一点。小兵到哪里了？是不是要把它吹掉了？没有啦，珠宝掉了，没有，还有塔还没掉，塔还没掉。这么慢呐？这游戏设计怪怪的哦。啊，完了 ，Yes。西门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定 K 得掉，这一定 KDB， 这一定 KDB 得掉。这我躺着也 KDB 啊，一定会掉。左边不可能赢的。这没有眼，在跟我开玩笑。没有，没有到赢的那一瞬间，我都不会放手，绝对不行，不能放手，对。没有绝对不能放手，可是姐可以直接在他家等人等他们过来。我想西门应该知道这一点，
西门要 KDP 啊？没有，西门一定知道哦。西门露头。他们现在，弄了三打三来对，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、三打三对，欸、對没错，小叶继续上边线，小叶不要。他们现在很架，都架。哎、欸，来包他，包他。哎、欸欸，小叶 PK。小叶，哎、欸、对。小叶你要往生啊，同学。小叶死。再见啦。耶、yeah!。Thank you， 不打了，叶黄 ，I love you。要鸡了，要鸡了，要鸡了。现在谁要去挡？贾克斯啊。贾克斯挡啊！贾克斯挡，贾克斯挡，贾克斯挡被杀了。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你追不到，不要追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啊！捡他的塔，捡他的塔。这个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这个推两个，推两个，等一下就好好打了。这个蜘蛛马战队，贾克斯也看过来了，不能再追了，快跑，快跑！不要太扯，贾克斯。搓掉他，搓掉他，对，卖自己就对了，卖自己就对了。对，上黑往前。过得好，做得好，可以拉，非常好，拉掉，搞定。哦，赢定了。可以拉着，倒着，拉着。没有没有，他有蜘蛛，他蜘蛛快没了，等蜘蛛没再说。赢定了。有点恐怖啊。这节只需要过网，然后等。为什么这个比正规还累？正规要打到三十几分钟也其实蛮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已经有啊，我觉得随便都三十分钟，随便都三十几分钟。可是，哎、欸、啊什么？开玩笑，大家开玩笑吗 ？Vito， 小兵就是这样设计的啦。是杜马。哦，小兵就是这样设计的，我告诉你。对、哦、啊，问我。哦 ，in play。看到我看到都不知道，游戏设计就是这样子啊！所以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你随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是你的第六人，有没有？要善用第六人。你随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就是这游戏好玩的地方。手速度马战队总是有跌倒的时候。对啊，速度马也会掰咖。哎、欸，这还要播，这还要播出哦、喔。对啊，速度马也会掰咖。这是速度马战队吗？你看关羽骑的速度马，最后还是嗝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会绊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等一下，第二场那个 BO 那个第一场的第二个 BO2 要马上要开始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待会再回来。所以这游戏先推给你。本赛事有好多个第一的、欸啊，可是这个要打加赞助，维新 Gaming 三五七，现在是人第一。什么？我一定要这样？不要，我要录个正常的啦，你不要一直害我。哦，念雷 ，UDZ 都打不赢。他刚刚就那个啊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是。这是搭载维新 Gaming 主机版的维新 Gaming 主机啊，有听过维新 Killer 吗？出来听看啊。Killer 真正的在游戏与语音串流进行优化的网络晶片 ，Killer 就是杀。听起来还蛮猛的，我可不可以要一台啊？教练，我也想要啊。Let the games begin。外面目前现在下雨啊，所以那个惩罚我们只要转移到室内，
类似篮球场大小的这个社区儿童公园。好，对，我们再讲一下，我今天总共抽到35圈。剩一张嘴了哈，还没30啊，那是。今天你动作没问题吗？他妈不要动来动去好不好？没有啊。啊，天啊！行到隐形到还差一步，最后一步。那时候不能急，最后一步就可以跌倒了。这就跟两塔一样，最后的两塔，绝对不能急。这就是最后一塔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呦，我废了！啊，没了！啊，好，我去巴黎了。原来这样，太爽了！教练，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啦，不可以那么过分啊！先从上面开始啊，哦，你看看我来喽，我来喽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这个，我，教练再打，再打，教练再打，教练，帮我撑一下，教练，哎呀，教练，我不行了，教练，这太假了，看我可以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这太假了，还可以晃个，哎呀，这个其实挺轻松的，真的，哎，教练，这次本事真好，你看我们这。跑完35圈，每个都跟僵尸一样啊！他们都没有办法讲话，只有跟我讲。他说：“陈亮，我告诉你啊，下礼拜
一队没有过来跑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这个关键时刻。那待会就要进入这个第一战队的第一那个第一组的多第二场哦。那UDJ 已经过去战术指导了啦，赢的还去战术指导，那有得力不？哦，战术指导啊，因为 UDJ 还没回来啊，这实在太过分了，赢的还要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这个选手准备进房了吗？还没吗？哦。其实刚才那一场哦，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一组应该是会赢的啦。这椅子给我。其实我刚才是觉得在我们蓝方那边，其实我们是有比较机的，但是最后这个 check 草丛那个有点失误了。因为没有眼睛啊。不是，他有那个光耀，他那个武器，他那武器可以探野。哦，是啊。那个武器可以探野，但是骷髅岛那个没有探野，他没有去探那个草丛，然后所以他就被抓掉了那个。虽然他最后没有死掉了，但是就被三打二了，就被三打二了，所以那边其实有一点吃亏了。不过他们选的那个阵容其实还是比较好一点点的。重点是最后被小兵，最后不是谁赢了，是小兵赢了，是小兵赢，是粉丝赢了嘛？最后赢的是粉丝啊！哈，好，那切个画面来看看这个老波哥，那到底进房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不是很理解啊。好，哦，有人不敢进哦。对，我在这里 ，Hello， 嘿、hey。所以这个三楼的还在检讨中，还在检讨中啊。这个我确实觉得 UDJ 真的很过分，你知道吗？节目都开始了，他还在那边。这个我觉得这场应该直接判输了吧。什么东西？快点喽、喔，来哦、喔！上面就听到了。你再不来，那个有没有？教练没有做主播台，先判输一场嘛。紧张什么？我只是让放松心情。对，差不多了吧？这样，我们那个、啊，我们可以先上去啦，因为这场你们已经算时间、欸。没有，这规章里面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规章哈。直到五分钟判。这个规章完全没有。这个来看一下这规章是。请问到底什么是 Gaming 357？ Gaming 357是指 MSIG 97新一代的产品，数字越高代表越高阶。像主持人这么重度的玩家，就一定要我们力九七给你七。当然，爽度更高的还有机甲战士。开始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没有被讲。为什么要雷我呢？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慢慢来啦，反正都赢场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。苦差，你现在是觉得赢一场就已经赢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抱着谦卑的心情啊，还好赢一场，还好。我真的很醉啊！谦卑的，来，你受不了你就来。阿弟交给你的教练，来，你要签一个签了。欸、你有学过吗？扫迪卡？没有，没学过。拉肚子，我不要拉我。这没学过。哎、欸，我们知道最后一个是小峰还没有进房哦。啊，对，等一下小峰。这个魏大先才会分解。好，来，我觉得如果我是对面，就把杰跟飞子都 ban 了。这种 solo 脚、单杀脚、solo 脚跟单杀脚要 ban 掉哦。雷文这地图很强吗？怎么一直 ban？ 真的很强。好，这边紫队这边 ban 掉了杰，然后在蓝队这边 ban 掉了雷文。我相信绝对不会去 ban 嘉文。可是我是觉得你们第一场嘉文玩的蛮好的，所以其实你们刚才其实可以逆转，都是靠那个嘉文，你知道吗？都是靠那个关。对，我觉得相当的关键啊！这个角色既然选第一场，就要选第二场。No！嘉文角色实在太强。No！为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行，不能让步。好，看一下最后一遍，要背什么嘞？这感觉贾克斯非拿即变啊！这我觉得李欣这个角色可能也要背啊。没有，看一下这个最后一遍，贾克斯自己不拿，
巧克力是变掉，这边是露露，这样不是失败了吗？李欣在这个地图很强吗？其实他只是小威战很强，小威战很强，他对线很强。对啊，其实小李欣对线不错不错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拿李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不知道是李欣选择蓝太，蓝太选择李欣。应该是李欣选择蓝特。是吗？为什么大家都？这地图也没有 buff 啊，没关系啊。对，这地图不会送 buff 啊。没有关系，对啊，光这一点我就赢了，光这一点就赢了，这样蓝特也太强了吧，真的，这样我们还要玩什么？把我真满苦茶，我先喝了。来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 CCB 的选手呢？这个3 v 3精英的，在紫队这边的两个 pick 会选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潘生我提不强吧？前面还 OK， 后面应该蛮差的。我的雷尼克顿，还有蒂姆雷，跟安妮。雷尼克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，因为雷尼克顿也是前队，对线打爆的，会再有。哦，把安妮 pick 下去了。安妮，安妮有很强吗？我没有打三 v 三，我不了解。安妮小威战强的就是前期强的，啊，反正想这个他们应该是有他们的想法啦。他们我刚才一上去严重的警告他们这苦茶的威力有多么强大了。我也特别强调一点，这感觉以黑牛的习惯，搞不好会选蛇女。蛇女感觉应该不错。蛇女好像不错哎，黑牛。对啊，蛇女不行吗？他应该选嘉伟。选了就被你秒了。不，嘉伟也不行，我宁愿他选蛇女。会选嘉伟。除非你先选的阴影的，就不会被卡利斯。哦，凯尔。就不要。哇，很会选哦。就不要被晕啊，就站在后面啊。还是要有个大男啊！你这样凯尔李欣，还是要有个大男，还缺大男啊！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黑牛的选择是让人家最头痛的。球女，球女，没有坦哎、欸！跟我开玩笑啊，手下去啊！你不是 A 选的太好了，很好，不错 ，OK， 很好，哎。没有，你就是李欣进去，然后后面两个都被晕住了。我怎么这个脸就是不太相信你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感觉？我也不相信。我怎么都觉得这个李欣脑子进水了。我觉得1-1比较公平。对，然后我们看到紫方这边小峰最后要选择什么呢？你跟我讲嘛。你要搞清楚现在的状况。我们是同队。我们队在犯傻啊。我觉得杰西没有不好啊，杰西蛮棒的啊。杰西就不要被踢到而已啊。对啊，杰西很强的 poke 哎、欸。你看你的阵容，有坦，有开战，有 poke， 哎，能换赵信。选赵信就不对了，我跟你讲。赵信这个不好啊，不好，赵信不好。选的赵信这种三个晕的，然后前期这个想哇各种凶哎、欸，好像再考虑一下、啊，因为我不是很清楚。那章鱼可以探草丛。章鱼可以探草丛。对，各种丢。感觉这个赵信好像真的要锁下去了。我开玩笑了。赵信其实还蛮强的、啊，还蛮这对面打一波还蛮强的。看起来有大放了，好吧？对面都没有图径。对啊，左边这边都没有，有啦，有了蓝那蓝特算图径的话，哎、欸，蓝特有图径。差一眼往前打 Q 也算图径。没有差眼 啊，对，没有眼，没有眼。他家没 Q 安子，家两只脚走过来、欸，这李信还蛮烂的、欸这地图没有眼啊。没有、啊，李信是。那这地图很多 Scatter T 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没有眼啊，没办法差眼呢、欸。非队友，啊，可是队友都不会进去啊，没有人会走到前面啊，直接冲进去啊，对，直接走过去，然后安妮就大熊炸下去，然后赵信冲上去，然后雷克云就死了，凯尔啦，我觉得这一场有得打了，这个凯尔就会大，让他活下来，李信往后打 W 之后也是废了一个，剩两个打三个，因为你看到这边在紫队这边他们的 pick 就很明显嘛，就是。一堆晕技的啊，然后前期相当凶狠的一堆角色，嗯、然后在蓝方这边，我觉得算后期角，比较后期算打拉的哦，但是如果被一波秒掉，你就没有打拉的机会了。是只要被晕到一个，搞不好后面还要吃雷克的晕啊，更不用说还被戳飞啊。蔡权决定输赢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蔡权不错啊。蔡权啊，现在马上猜，然后叫那个阿迪猜，我不要。没有，我想跟贝克猜、啊。我不太放心把命运都交在我自己的手上。好，来赢了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这完全不算。我刚刚这样子，他就给我手伸出来了，还有这种的、啊，我天啊！好来，全自游戏是公平起见，真的。那很公平啊，我们赢了。给你选，要打完这场还是要猜选？刚刚我已经赢了。先看一下风向再决定。先看一下风向。哎呀，风向。因为是会打，然后就先猜就赌博一样啊，
真的。看一下哦、喔，看一下规则是。看一下规则哦，这要怎么讲？我看一下。所以新一代的主机板加入了什么技术？我们就拿着给大家看好了。好，这个、新一代第97主机板有一系列的强化，针对 Gaming 系列搭载 Killer 我讲过很多次啊 ，Killer 就是杀，对吧、啊？这其实我们刚有介绍吧，这些我们刚都有介绍。是啊，这个里面其实刚有人介绍过。对，做到这还记得这怎么念吗？这个还记得怎么念吗 ？M.2 这个超高速储存界面可以让你 loading 更快哦。怎么了？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没事。你们可以做正常一点的事情吗？你要不要这根东西这边丢来丢去的？你看荧幕，你看荧幕，很不雅。这是一个健康的节目，搞清楚，我们节目是健康清新。太上金，你不要演，你不要演，出来就不要。你看你这，刚刚生出来的是绿茶，是我。太上金，是你，让我出半根。哎，棒子，是吧？棒子。好，剩下60秒钟就要准备进入游戏中了哦。那这一场。你们加水，你觉得这一场哪一边比较胜算？老实讲，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中立的角度来看，前期其实我觉得这边左边其实有点辛苦，要靠李新撑，右边前期真的太强，各种晕。对，这个搞不好出魔干，魔干那有用吗？这个地图，我觉得有用，我觉得好像太废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等到打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这边有一个最大的缺陷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说，就是李新没有选嘉文。如果有了嘉文，你看 EQ 带球，然后竟然可以无敌，越做越好了。真的，真的，主机板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乱讲这个。那不然你们选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们有带球女啊。哦，有没有 EQ 还带无敌？哇，各种卷，一次每场每个徽章都卷三个，就是蓝特的 EQ 的技巧相当的精锐啊。我怎么都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画面，比如说对面这边是安妮嘛，对不对？被 EQ， 然后没有戳到。然后卷的时候，你闪现大另外三个人，然后游戏结束，GG。一场游戏有四个人啊，四个人没有。你闪现是他们的你闪现过来大我们三个。对对，然后就这样。EQ 过来还可以打三个。没有 EQ 没中啊，所以不会飞起来。我觉得你这就是太不相信蓝特了。我觉得蓝特绝对有这种的技术，可以最会玩嘉文，世界最强嘉文，最会玩嘉文。他，然后他这个是最爱玩李信，那这就。啊，人这人就是要拿出自己的拿手的东西，因为嘉文太强了，我们不想用，懂吗？所以这场我们用李欣就好了，真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算了，让给你们让一下了，然后没办法，真的实在是哎。这三 v 三，哦，三 v 三这个精英，这个还是个人的精英嘛？不是三 v 三才会跳出来吧？这应该是个人精英了啊！不要再玩那根，不要再玩了，你们有事吗？再转就给我坐过来。喊名字，不是我。恩美丽，恩美丽，不要再诬陷我了。把我的棒子丢起来了。啊，再玩收棒子。不要再玩棒子。好，终于开始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目前感觉对线的应该是雷尼克顿跟安妮，然后赵信应该是 Jungle。这是小峰带终结了。他只要终结。我把装备给我卖掉啊。没有吧？应该是退货而已吧。这应该没有到。我觉得这个游戏重疾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那个偷，如果蜘蛛的话，最偷一只，最后蜘蛛应该会很生气啊。所以我们还是搞不懂那蜘蛛 buff 到底是什么。搞不懂还是不知道。你可以去 PTT， 你可以去 Google 啊。Google 一下是。Google 一下蜘蛛。我这边是 Google， 不是在 Line。安妮是谁玩？安妮这边是小夜夜。是小夜玩。小夜玩安妮。好，这边讲一下，这边是酷酷岛鳄鱼。哎，很好。晕他，好晕到了一。哦，这么远，这个闪现好远。这闪现有分数哎。哇，这闪现闪很精锐，闪的不好啊。不会交闪不用死。哇，这根本就不会死的东西也在那边交闪，实在是都不相信队友，这样玩个毛啊！怎么听不下去？这规则上面这么好玩啊？这个不知道该讲什么，真的是。一开始就输一个闪现啊！一开始就这样哦。本来连闪现都可以不用交了，实在是。闪现不交就手杀了，同学。你死了，你看你死了，马上再出来有没有？这个闪现还可以省下来，但关键的时候你就有闪现可以用了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哎。
又不是五，跟真的一样哎、欸，谁信啊？又不是5v5，你以为手杀很重要？不重要，这个就是完全不了解扭曲丛林上。OK， 等一下你就闪现先缴掉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我们也要上哦，不要忘了。等一下我们也要上，你他就玩嘉文，然后把闪现先缴掉。嘉文这个角色其实我也蛮不熟的。好，嘉文这边对线，小叶对上黑牛，球女怕。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怕，如果他点一就不怕，但是他点 Q。他点 Q， 他点一就真的不怕。我、哦、上到这边、哦，其实有草丛之下远程好像还蛮痛苦的。而且还没有眼。哦，他不好打哦。换句话说，远程在草丛边。现在哦，酷酷岛这个位置站得不错。哎、欸，你还多打一下。千万不要交闪啊！这、哦、没有交闪就是对的。对，这时候就是不能交闪。对。就刚刚就说他不要不能交闪了嘛，像西门这个操作就操作的很好，那兰特刚才那个就是多余的，你知道多余的一些闪。好，这边兰特 PK 小峰，哦，你不要冲，哦、真的过去了，真的假的？没闪了，他没闪，他没有闪，揍他，揍他！哦，逆转交闪。然后，然后铲铲铲铲铲，来来戳他，哎，一二三啊，打起来。这个闪现就不该交 啊！这个，哦、他想收掉。那个鳄鱼怎么可以交闪现呢？刚刚有会说吗？就是因为兰特一等交闪。还是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兰特，你看，如你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如果兰特一等没有交闪的话，这个黑女会不会害死吗？不会。你看，还是不要这样子，不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。西门 ，Q 你。你看，他就是刚刚没有交那个闪嘛，这个都是一切都是有因果循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场好像已经结束一半了，这个真的太惨了，这个直接加80块。还有，还有吃到这个啊！哦，啊，来三，哎，三，哎，怎么没有打到啊？哎，锁起来了。哈哈哈哈这技能，这技能不太合理啊，怎么会锁起来了？锁得好，锁得好，锁得好。锁这边要查，不然他们。哇，这边兰特也上了3等，下到这边。啊，这边小叶等级有点偏低哦，现在才2等而已啊。这边再打起来，感觉小叶不会赢。哇，这小叶这个黑牛到底干什么？不太会玩这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没品哎，说得好啊。这球真的是乱摆一通啊，摆在自己身上就比较安全啊。Good job， Good job， 晕晕啊，有什么就晕。晕得好，会晕。蓝特不要来，再一下，这样就对了。1、2、3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对，小风这个一又没有中，这个 Q 又没有中，应该是蓝特选择，蓝特选择了李欣，李欣选择了蓝特，没关系，他还是会死，他是会死。还可以，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这个。啊！这干嘛？这干嘛？这游戏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游戏就是这样嘛、啊。我们怎么每次都充满了期待，最后都在伤害啊？不会啊！我觉得其实刚刚小峰打得不错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打得很好啊。小峰刚才那个极限操作、啊。为什么你要过去？这个哦，你看是这样子。他要是玩嘉文的话，刚才就 EQ 啊，撑起来，然后那缓速，然后就啪啪啪就死掉了。太糟糕。哇！他都没技能啊。哇！等一下，你就给我玩嘉文。为什么我家小叶只有两个多痕迹啊？这个小叶为什么？他现在是几级？两级吗？不愧是我们 fighter 队友，看到三级啊，就这样，看不到。然后四级啊，四级，四级，四级。好，现在其实吃兵来说的话，其实这边蓝方吃兵还比较多哎、欸。这都吃兵都赵信没有吃很多，赵信没有吃很多哎、欸，这到底是怎么了吗？赵信八只，赵信才是这算九只而已，赵信。他是长大了，没有前面在追击会战，所以吃的少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才三级而已啊？好，这是加入这边，感觉黑牛也有一点优势哎，这个球摆在这边、哦，黑牛相当凶啊，因为这边小叶等级偏低啊，这边被压，然后西门叶说啊，没看到啊，中外挂、啊，哦，这个相当阴险啊。好，来哦，来哦，来来来，你们中、欸，你五级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上的，哦，不要不要不要上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不要不要哦，不要啊、欸，来来，先听过，先听过，听过，听过，哎呀，不会玩了，实在是。那我不听过了，还说你多会玩李欣，我都不相信。这边各种反话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、啊。天哪、啊！
No！ 哎、欸，这时候就顺利了。对啊啊，不要啊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太棒了！真的是有没有相当这个操作，有没有各种精巧啊？我本来还以为他不会玩理性，我现在知道他很会玩。自己不会死，自己不会死才是重点啊！为什么不杀那个赵信？好，小叶，真不懂哎。小叶已经各种不懂啊。小叶现在是上六吗？还是五级？赵信有两颗头，这中间这补包其实我觉得还好啊，没有补很多啊。其实好像很多，有吗？有补很多吗？好像补很多。好，小叶应该即将要上六了。我觉得小叶上六之后才是关键的地方，因为他这个群晕算是对这个蓝方最有威胁的一个技能。他应该就上六之后，然后就不要去逼祭坛，逼祭坛不好，就在线上撑线就好了。对。然后用熊吃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是，对，就是，就是不要出去，就安全一点。真的，安全一点。小女孩就是要待在家。像囚女这，像囚女这只角色嘛，那个狼这么多，你知道，就一直把它卷起来杀光耶，相当的省事、啊。像熊吃兵也非常快，还有坦塔，还可以帮忙打野怪，长一模一样。对，这个当然是让熊开大吃兵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然后凯尔这个角色就是可以让你很迅速的吃掉那个大蜘蛛，所以大概六级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吃。还没生啊？感觉就输了，想吃都还不会生、啊。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再往前走。魔杖喷下去了。好，来上来。好，这边晕了。可是，哎、欸，不要吧，啊、不要吧，哎、欸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哎，对，哎，有误级啊，抱歉啊。不过赵信这边也靠过来了。好，这边赵信应该也是差不多要六级咯。哦，西门叶说这个相当凶狠啊。这大绝还没开过，他当然敢啊。他这个有大绝有闪现，可是你可以把他闪现逼掉，其实 OK 吧。我们对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现在 CS 数已经回来了，就是两方的 CS 数都46左右，然后 Jungle 是23、26，其实现在有点接近啊，两方平平的。这个小叶，我觉得这游戏 Jungle 应该很重要，用相当重要。Jungle 是唯一可以上下帮助的人，就是你看中间那边，然后你这边要蹲边线跑动就好了。这边蹲一打一，你确定你打得赢赵信吗？对啊，你就算踢出去你也不会赢啊。他才开三个技能，你开了四个技能。嗯，现在其实赵信也开过大了，其实还好，就是双方都长大了。这样你就蹲他没有意义啊，你就发现你蹲他根本就不会赢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点，就是在于没有选嘉文了、啊。不然刚才就不是这样。嘉文刚刚蹲的，我连活都活不下来、啊。这个装备的关系吗？装备有差。哎呦，这个够危险哦！蹲了这么久，还想蹲？再进下个草。哎呀！坦克 ，nice，nice， 很好。哎，卷起来，哎。对，这个坦克打好。再见，再见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哇！哦，安妮，都听过了。兰特整的是剩一滴滴血，也不会踢过来尾刀，就是不会玩呐、啊，那就应该大凯尔、啊。真的，就要大他去才对啊。这个不能打，要装作可以打、啊。这再打太久，其实囚女的影响会比安妮大吧？我觉得。其实现在囚女的影响其实已经蛮大，因为其实黑牛操作一直都有在那个水平里面，哦，真的不错。因为目前看起来，囚女都快张杯了，安妮才两个多兰戒、啊，这刚刚打回满，他没回满，这刚刚打起来会赢啊。因为安妮没有补妆，对啊，闪现就搅一搅了哦、喔。真的、哦。好，现在回去安妮补了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什么鬼妆？应该是要和、那個，还要和那个大帽子加、那個、大帽子。大，现在这个只出生于蓝色的帽子，相当于蓝帽，蓝帽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今天都下雨天，今天都雨天了，都已经下雨天了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，汪同志？来看一下这边，凯尔的发展也还 OK。OK， 他买了一只四针剑。哎呀，这群人哦，整天蹲人，这样不对啊。兰特这个技能就是乱放，他也被蹲了两次啊，被劝了一下错了吗？浪费技能，他等一下下一次被蹲就没有了。可能你有本事三个都站上来。好，三刀。这个哦，这个李信，这架开得好。好，凯尔开大绝，完了，不带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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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，晕他，兰特，兰特中，兰特回来，哎，为什么西门在这么前面呢？哎，很好，兰特玩的不好，哎，兰特，哎，很好，哎，这个打，还有魔，还有魔，这是退我。黑牛退，不要退啊！这可以打黑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黑牛，
黑牛这判的太精锐了，太棒了，打得太棒了，完全是正确的。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。有兵。世界上看过最丑的，人家这个面错了，人家的赵信都叫移过去了，怎么追啦？是啊，我怎么？哦，知道了，知道哦，太正确了，太正确了哦。西门走得太前面了，对，西门走得太前面了。如果持续拉打的话，该然这次会赢。会赢啊！其实光从安妮前面那个开球女，然后后面没有伤害跟上，这期已经赢翻。不过 OK 啦，我们是这种就打后期了，对，没关系，继续。前期不是很强。对，雷尼克顿到后期可以干嘛？开大，这大走过来啊！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你看他买了1337，他是一个 AD 的。开着大更软啊，直接死掉，直接不见。他这样很仰赖安妮。不是我。我不觉得你们这个阵容有办法秒掉一个开鳄鱼，开大的鳄鱼呢？没有，不一定哦。你不要这么说哦。你知道三大庄、四大庄的 AP 很恐怖的。尤其开了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兰特没有玩嘉文。No， 这没有，没得开。你这样，小峰怎么整天蹲人啊？哦，这到底要蹲几次啊？这个他哦，这真的不是我在讲，虽然，他真的蹲得到哦。没关系，跑掉了。来，还很好，啊，很好，大绝用掉，很好，打西门，打西门，转西门，转西门。哦，大绝，哎，这打兵没有中的，哇，这干什么啊？这哦，走，这不会退吧？不会的。哦，这个球的操作其实还不错。哦，不要开玩笑了。你这不要退了吧？你这个，哎呦，加速放这挤压揍他。不行吧，我退了，该退了，黑牛退了，退了，黑牛退了。旁边是黑的，很危险。黑牛是黑的，那是。哎呀 ，Nice！ 哇！如果可以讲，就再退我。好，现在拿到了两个祭坛。不查车定的啊，我快受不了了。这一杯，这一杯是这一杯，这个杯子好像不够大。没有是这杯吗？什么赤兔马术呀？这是什么术啊？等一下，赤兔马，赤兔马，对，是赤兔马，这是游戏的适应能力。等，不对吧？我刚才上去，这不是精英战队3v3的吗？他们不是玩很久吗？真的啊，孤岛不是说他3v3，他有玩很多、啊，还没打之前，孤岛还说教练等我 carry 你。哎呀，阿凯瑞啊，哎呀凯瑞你啊。好，对啊 ，carry 我，哎，对也对啊，也对也对，好队友、哦。这个怎么永远这个剧情永远都是蓝色先被抓，然后之后再把他踢走，对，然后再继续吃野怪。这两个人花太多时间在蹲野了吧？线上兵都不吃哦。没有，都洗来洗去的、啊。抓你先抓不到，他们在对面。安妮就是开战，可是我觉得后期伤害应该是不够。第三个秒杀，来，好，现在，我现在有点像，有点陷入僵局哦。黑牛装备赢了，没有啊？黑牛的装备哦。有点陷入一个僵局了啦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最好是这样继续弄一下啦，不要太危险，不要打起来哦。现在打起来好像最好。哎呦，兰特还蹲，你还蹲？兰特，你。哎呦，那不错哦。等一下，看大绝，三个，晕打晕啊！好，来，哎，再加一个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哎，反开两个，再 Q 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在我过去的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哎，这就是鳄鱼啊！鳄鱼到后期可以干嘛？这就是鳄鱼啊，完全不意外啊！安妮到三个还打成这样啊？大三个还输，我们这还要不要打？不要，是装备太差。不是要猜拳吗？没有，来啊，猜拳！猜拳啊，猜拳！没有猜拳，游戏规则没有猜拳，没有猜拳，不猜戏规则就说要猜拳。没有，我看你一定不自制。没有，什么是微信？没有猜拳这种事啊，我们要照比赛规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下去。你看安妮这装备怎么能杀死人？在跟我开玩笑。安妮这个还武术鞋。你没有法杖鞋就算，你一个说。奇怪，我们的赤兔马战队。小一，我说他怎么会认真？这就是你了解我平常的状况了。我不知道他今天的状况是认真还是不认真啊。你看他现在就有一个惊人的，是不是？你太欣慰啊。有惊人啊。等等，我们原本的战术是由我们赤兔马战队出去，然后赢下两胜之后，然后我们这三个，我们三个是不会玩打三个，好像我们赤兔马变成2比0了。难道我们才是赤兔马吗？好，这位
这蹲草丛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打不赢了，这开了已经不会，那补一下补回来。对，超肥。哦。完全打不赢，还有二这凯尔现在是相当强大的哦。这鳄鱼这样打哦。我这二。然后呢？然后被追着。然后呢？哦，然后你要往哪边？哦，哎呦，哦，这个一出来，对，然后继续追着打，追着打，就追着他就对了，追着捡回来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小峰，你还是去了吧。OK， 那这时候就推塔。没有啊，可以。啊，吃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因为小峰已经死了，还是蛮抖的吧？不会，因为这只其实很软，软吗？这只蜘蛛其实很软，又打人不会痛。而且我还有两个大招。这个还好，安妮，而且你只要敢进来，安妮卷得好。哦，这哦，我们知道了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知道了，太难看了。帮我倒水，谢谢。什么鬼？开玩笑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我快打终结，整体的优势还是在我们身上，不要激动。哇，兰特，哦，这个相当哦，兰特这个抠相当的漂亮啊，是哦，真的换掉我们两个人是在。三代表作。哈哈哈！超水。完全优势还是在我们身上，优势还是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他们三个人没有人吃到蜘蛛 buff 啊，很辛苦吗？想说。开了那个大卷很漂亮，直接把小魔伤害全部挡住了。对，没有，就抢。不过兰特还是兰特了。这是事实，已经这样子，你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子。球女好肥哦。这球女，对，我就是这两场，他已经多了对面这两场黑牛都打得相当漂亮啊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其实黑牛才是三 v 三的霸主啊。好，这边中路又来蹲了。哎呦，兰特又来撞了吗？怎么又一模一样呢？我想兰特应该是会吧。哎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不要回家，哎，前面有人啊，哎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你看，没有人会去，黑牛就根本就不会过去，黑牛就根本对，黑牛根本就不会过去，黑牛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人，真的，哎，相当的。这个草是我兰特会这样走进去而已。来，看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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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来，来，来，走，大圈，哦，哦 ，good job， 哎呀，拿兰特，活下来了，继续拉打，来，赢了，这也都会在赢你了，这会在赢你了。啊、哦，现在还有金人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差，没有差。好、哦，完蛋了，这回再赢你了，好爽啊！哎呀，你知道黑牛还有金人吗？你确定要抽他？你知道猜拳？没有猜拳，没有猜拳，没有猜拳，这种东西。兰特来，兰特那个哎不错，来，还想踢，还想踢。兰特怎么不会死啊？他怎么有点硬啊？这个，因为他抽了两个防御装，哦、然后这个丹老好像也是防御装，他就是坦啊。没有猜拳，没有猜拳，猜拳吧，还是猜拳吧，我们。我们刚开始讲好说要猜，没有没有，这种不文明的事情，你不要拿出来。对我们这种讲实力不讲运气的哦，真的是。哦，实在是在那上面打打杀杀不科学，我们就是猜拳决定。没有，这个游戏就要继续下去，14-7，还好你们赢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还有逆转的机会啊！真的，输10K 都可以赢哎、欸，这个才输6K 而已。猜起来你没有赢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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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让你们就是感受到那个逆转的感觉。今天是，哈哈哈哈哈！再讲不下去了，再讲不下去了。不要这个你不讲话了吧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那个上去。还在考虑说等一下出什么招式。我真没有想到这个赤兔马会变成白卡贝啊！实在是，这赤兔马真的是赤兔马，赤兔马就是赤兔马。你看，只是两个金人而已，会但还是有机会啊！像我们刚刚那场也是赢得很惊险。为什么这三个人口口跟我说这个三 v 三是他们专业的精英的？这个。哎，西门，不，真大绝，好，战金人，他有金人。三金人，对，还有金人，三金人，哇，再见了两位，你们就这样往生吧。再一个，来，兰特追，这三个人在跟我开玩笑是吧？哎，对，往前走。他们吃兔马精英，这吃兔马，我们吃兔马精英。不报过来，哎，你不能过来，不能，对，然后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虽然你们赢了，可是不要这样。真的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们不错，还有第三场。你们不错啊，没有比我兔子还惨。来看一下这边，感觉要退一步去了。对，我也感觉这样。我觉得小叶要被抓出来。等一下，这场怎么速度有点快啊？这是快掉了。20几分钟一场啊。好，这个大绝大到了凯尔，满血。
这就你跟我说雷尼克顿在这个游戏后期到底有什么用？等一下，这两个人怎么有点猛啊？这两个人就可以玩死全部人啊！好来，好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来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黑牛会赢。你怎么走到前面？怎么输啊？他到底要怎么输、啊？他打不用快好了，你不能这样走过去。黑牛11-8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那他就不会死啊，因为你要抓也要抓凯尔啊，你不能抓。哎、欸，这个运用掉了，你有事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大哥。他没。哦。好，金队。可是。哎、欸，金队，金队，他刚才有算过，操作的已经很好了啦，其实只是装备差了一点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了。角色也差很多啊，这个17的安妮啊，你这两天在那里啊？我天啊，去，没有吧？因为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这个东西太重要了，这个东西太重要了。这个东西太恐怖了，对面的队友才是队友、啊。真的，你等一下，小月喝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他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真的，这东西太恐怖了，就是要将心比心的。真的，真的。耶耶，你等一下喝这个，你一定会后悔啊！为什么要选？我没骗你们啊，这个苦茶你们会后悔啊。其实我一开始想的是右边会屌，因为前面的想，前面真的想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十点。哎呦，这踢过来就直接再见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2-3都可以、啊，真的。李欣就全防装啊，你看他全防装啊，已经火抖哎，然后还塞那个贝壳，都站在这上面嘲讽了。这个人真的是有够强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真的，我开大绝，刷到了，没有不用啊，这个刷到也刷到。刷开了，完全没伤害，我看到。到底在搞什么啊？这要是嘉文的话，就把他们关在一起了啊。这个没伤啊，这个游戏好玩。哎、欸欸欸，你看，这要是加文就吸到了，没有大学没关系，你就过去吧。糟糕，你没有大，你不要装哦，你不要大。哎、欸，这个赵信来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哦，这操作漂亮，这赵信这操作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这个冲其实很关键啊。我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小峰已经哎、欸，小峰响了，我。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两个来。蜘蛛马，蜘蛛马，你们没投降是不是？你来，你们没投降吗？你过来，没 FF 吗？过来，你给来，你来，来后边来，你要让他喝一口还知道啊？来，他血量就爆掉了，没得打了。是什么？来来，你沾一点就好了，沾一点看看。你们等一下喝的，我喝过了。你等一下要喝的东西怎么沾？你就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两场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们不是赤兔马战队吗？这个我以为啊，不要，我们是旧的精英战队。我们是旧的，他被 A 三 meta 改变 ，meta 改旧 meta， 新 meta 改的跟舞蹈有区别。看新 meta 都会拉打，有没有？哦，旧 meta 没可以拉打哦。所以就是你们是输在这个问题上。对，我们这个五个字，时代的眼泪。看两个老人，还有借口啊，两个老人，我两行眼泪都流出来，你时代的眼泪。这边就有个现在的眼泪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流眼泪。我知道很苦，我喝过。我是现在的眼泪。那个，现在你要适应拯救世界，就靠你了。春风满面。那个，我现在我们就上去了，下一组马上开始哦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现在的眼泪。本赛事有好多个第一的微星 Gaming 三五七独家赞助，微星 Gaming 三五七现在是能第一。什么？我一定要这样？不要，我要录个正常的啦，你不要害我。哦，你很累，又 DJ 都打不赢。他刚刚就那个啊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是。这是搭载微星 Gaming 主机版的微星 Gaming 主机啊，有听过微星 Killer 吗？出来听听看啊。Killer 真正在游戏与语音串流进行优化的网络晶片 ，Killer 就是杀。听起来还蛮猛的，我可不可以要一台啊？教练，我也想要啊。Let the games begin。
欢迎回到关键时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，对 对，大家好。我的下巴老师去哪了？对他去上面打，对，因为我们打完了，对。那、哦、让我们那现在就是由我们刚刚打过来播报这一场啊，对，就是当个一日赛评。你干嘛笑成这样、啊？你看着这一杯，你很难过吗？问他，这个听说。欸、那闻不出味道、欸，他们苦茶在哪里？這個、对啊，苦茶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好好奇、啊。欸、我们要喝，我们那处罚要喝的苦茶现在在哪里？冰箱。真的假的？那个不冰不好喝。不冰不好喝是什么意思？不冰。刚才打了两场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躺着被 carry。哎、欸，实际上你真的很多倍哦。没有，我觉得身为一个。坦克，我吸了很多招了、啊。OK， 你看刚刚那一场，前面我没有做那么多的弹住的动作，我们要怎么赔？你知道第一场，我看到你扣 EQ 扣，我就说兰特没招了，打他。我只觉得，看他妈对不起，这一列电脑是有，我不想多说了，这一列电脑各种。还有各种空啊！原来是 NA 的电脑、啊，对，一切都是 NA 的错。OK OK， 我被抓了，被还被偷。哎，不能怪我，不能怪我，我没有在动机那一只的，我一点感觉都抓不到。我觉得哦，新闻家要挤进来的意思吗？哦，挤得进来吗？我们又多了一个赛品，又多了一个一日赛品哦。OK OK， 不然OK， 你也就这样。我正好。好好哦、oh, ，OK OK， 哦、oh, ，有全进，有全进，有。身为一个赢家，我真的很想听看你们的感言。跟你说感言，我想讲偷蜘蛛的感言好了。我原本只是想过去杀人，没想到我吃到一只蜘蛛，还是用 W 吃的，我看得清楚。欸啊、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说。我重击按早，然后那个蜘蛛要死，我想說，哎、欸、呦、哦，快哭！哦，灯笼快出发、啊，灯笼！结果就哦，狙击。然后重点是黑牛还跟我说，不是，我们有吃到。然后我还要很悲伤的跟他说，对，这里抢到。因为我原本看你那个人物有那个转圈圈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个是祭坛啊，那是祭坛两个。我以为我们吃到是吧？对。哎、欸，黑牛说，哎、欸，不要担心，我们吃到，欸、不用担心，没被抢，没被抢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没被抢，没被抢、欸。我还想说，你还会安慰我。原来那一圈是祭坛啊！你觉得你对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看法？接下来是教练争夺战嘛？对对对，我觉得有下巴那一队都不太妙啊。其实，真的，下巴老师各种，我相信绿茶跟阿迪会好好带领备课的。毕竟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我要求的不多，因为只是想办法拿下一场就好。我不想喝苦茶，一场就好，一场。做事哦。你认为 UDJ 会比贝克强吗？没有啊，我个人觉得教练是差不多的。不要这样讲啊 ，UDJ 认可打很勤哎、欸，对，快精英人了。这个战一波五的时候就该出动了。天天都在逆风训练班，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 UDJ 对或者就比赛就结束，不用再打第二场。哦。好，如果等刚刚小编说，如果等我们 UDJ 对，好，那个天智的哥哥啊，天智的哥哥跟我说，如果等 UDJ 赢了，那积分就追不上，所以就直接判我们 UDJ 方胜利，所以就不会再打第二场了，对，就这样。做事啊，不啊，他们会赢两场，然后我们要打延长赛。对。其实我也蛮担心的，毕竟有小王嘛。你要相信那个汪宗志，他一定会。小王那时候不是跟别人打三 v 三吗？他应该蛮有经验的啦。蛮有经验是不是？就是他拖我后腿，你不知道。啊、原来就是那个汪宗志啊！对啊，我以为是小编的。就是、天智的哥哥跟你要我天智要 carry 天智的哥哥，还有小王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要开始了吗？要够了吗？你要相信那个 UDJ， 我相信 UDJ 啊，因为他是我们队的、啊。嗯，你在说什么话？是我的教练，我也相信他。好，所以我们让我们赢啊，让我们赢。没有，我相信他会帮我喝苦茶。问他，哦，进入 Ban Pick 了、哦，来看一下他们要 Ban 什么东西。
楼上的大家，现在楼上各种很卑鄙的呐喊，各种在嘴啊，两个嘴巴在一对啊。楼上的已经在放假情报了，说要选石头人。恩乐杰跟贾克斯啊？问号。我觉得阿迪应该会拿出他擅长的 AD 角色去 carry 我们的老鼠，感觉就很强哦。其实老鼠在这地图是还蛮强的啦，可是他还是要演等级吧。我觉得在撑线的时候还是有点压力。我觉得半比较强呢、欸。月山拉被鞭爆了。等一下，西门你在对面吗？他们要站边，他们边站边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边夜色啊。那边夜色啦，问他。可能是因为 NAD 跟夜色啦用的角色都有那些。哎呀，边了一只悟空，边了一只贝克，是贝克的神角，贝克会的角色。贝克边甲被边了，会边会边。这下糟糕了。你们为什么这样对贝克？其实看过贝克最近贾克斯跟悟空在玩很多、欸。没有，其实昨天我们有跟。某他老师玩过 NG， 对我相信。然后贝克有玩贾克斯啊，你知道贝克没蓝宝的吗？你们应该再编一次蓝宝。蓝宝感觉这张地图就不强。编露露哦，用了一次就没了。是吗？对吧？露露还是很强，两场都被编了。露露宝蓝宝感觉在这张选出来就被打成天竺鼠。其实露露刚刚是因为蓝特开一个什么精英战队看到的哦，对 啊，不如来猜贝克教练今天会选什么吧。他首选的是索拉卡。哎呀，下巴被选走。你觉得你们教练会选啥？我觉得我们教练会玩什么？球女。我看到那个好像球女玩蛮多的、哦。其实我们教练，原来我帮他开名录了。其实我们教练最会的就是那一只露露啊，所以他现在被编掉，我有点害怕。小风，哦，他选的球女，妙啊！伊瑟拉，不要闹！伊瑟拉，选那只啊！伊瑟拉也来乱的吧？下巴不要闹！不要选老头啊！不想喝酒被吐槽、啊！不要激动！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当公正的赛品。这一场输了，他就会跟我说，这才有第四场可以看，才可以让比赛更精彩嘛。你们要当一个公正的赛品，不可以这样有优势啊！有优势，王中志就是这样，不错啊！有优势，不要怕、啊。王小浩选的角都会输，我感觉。王中志，你在做强一点的。汪中志做事哦，汪中志，汪中志选角要有智慧啊，不要选这只哦。刚刚那几只都可以参考啊。哦，哎呦，哦，选了一只奈德利。看，我觉得这场可能又要打个三十分钟。我觉得奈德利是不好，要么二十分钟以内就爆，要么二十分钟。奈德利你干嘛、啊？哎，阿迪，我们要看一下，两个都磨伤，有点尴尬。阿弟该不会真的？而且这个游戏草丛很难探草，没有进展。而且感觉 NAD 就不会玩什么，因为没有眼，没有眼啊，所以近战很重要。感觉 NAD 就不会玩什么有智慧的。像我刚刚兰特就升为重症。NAD 他妈该不会玩攀升吧？哎、欸，可是那个夹子在这张地图感觉超强。李希梅，你会走的地方就走那里。好像也不错。你会走的地方就走几个点。好像也不错。所以他们最后一个还是要给李希梅带个 CV 就好了。CV 啊 ，CD 啊，夹子在那边你敢踩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其实这张地图。像刚刚玩小丑呢，小丑也不错、哎。其实这张地图就像刚刚我那样子，我只能当个人肉、哦、人肉眼睛。龙女被锁了，还想我地上龙女我还没死过呢。龙女真的你没死过，但是你的翅膀被超级小兵爆了、啊。对，那个超级小兵，你还在战战绩感，你还在战绩感、那個。那个超级小兵死黑包，哪有？我是相信我队友会去把他们清掉的。我问他，贾克斯来看这反击风暴要走过去，你队友还要拼珠宝、哦。我没看到下面有一坨、欸，我也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、啊。我是一直以为我们家水晶是过的。讲实在，我也没有再看到。家里好多面，我们 recall 的时候才看到你们家珠宝要爆了。那只是下意识那个三 v 三超级小兵很强。你那 bug 吧，你一次来三只超级小兵怎么？没有，那个有一次贾克斯退出去了，贾克斯就我。哦，没有，原来就是你，原来是你，原来凶手是你，是我传的兵吗？那是鸡了，那个会，你小兵，而且说反推回来的，对，而且出兵很快，重点是出兵很快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后手啊！哎呦，我刚才好像要选卡吧，不然李欣，卡伊斯在这张地图其实很弱啊，他们没有持续输出吗？感觉不弱哎、欸，超没有，其实很弱，因为去撑线，因为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因为撑线啊，我看你还没有地方可以撑线啊。没有，哎 ，NAE 就是这样，不下去，野怪吃不了，不会吃不了，只是第一轮卡利斯是很缺魔力的，你一定要带一片蓝水，重点是你带一片蓝水，你还只能反蹲了，你去雀壳草是很烂，你雀壳草你只能被打成智障。我觉得他们这个打不太起来啊，只能选一只卡利斯，真的好啊，
选凯莉丝就是要蹲啊，就是要蹲。左边这样，左边输出超高，右边没有那个普攻 A 人的角色。完了，这 UDJ 教练右边要爆了。右边是谁的？这样很好，我们就不用喝苦茶。右边是我们。右边是找到呵呵啊。左边是我们。赢了，你们可以投了。那你们赢了。没有在这样的哦、喔，我跟你讲，等等，我已经预想到。该不会我们赢了两场还要喝苦茶吧？有可能、啊。那也太心酸了吧。你不知道贝克是很强的吗？他是团队合作。团队，你赢一百支兵，然后珠宝爆了。贝克这样选龙女，他有办法玩得很强。他要知道怎么玩得很强。贝克只需要龙龙野怪发发呆，然后阿弟就射三支，然后就赢了。好像真的会这样子，但是感觉恩恩利会更爆贝克啊，贝克可能会只能吃野怪哦。贝克是龙女、啊，贝克实际上就是龙女、啊，贝克实际上就只是吃野怪。恩恩利会更爆哦、啊。你如果没有更爆线上的话，刚好换教练来打啦。你自己更不到，而且资源也是输出超快的。如果索拉卡跟更索拉卡，转更，你知道伊利可以直接跳那个后墙吗？对啊，伊利可以跳，伊利可以跳过去。没有，我们刚在上面不就讨论龙女扑得过去吗？其实你闪现也闪得过去。他、啊、就跟那个小口一样，只要过半那个墙就可以过。对啊，过半。结果超表哥绕蜘蛛上来想 game 我。我们刚刚那时候就讨论，是我吗？就是你，但是已经结束了，会绕，已经结束了。我只是跟你打个。我想到第一场那个心急的被我控线，就还偷两个来 gank 我。这个地图很过分。这地图最 OK AD， 其实我就觉得是伊利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越强，而且又不怕被 gank。路线也蛮强。路线其实，对啦，其实也蛮强的，他不能越上面。你们听到那个汪中志的呐喊了吗？上面又在屁话了。有那个布朗尼耶，那只角色还不现在还没出版，他是布朗姆，不是布朗尼，布朗尼巧克力，布朗尼，可他是有量的，亮子的，可以点吗？不能点，你不能买，他还没有卖啊，没有卖，有角色。哇，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。我很想看看我们的教练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真的，认真不骗。我想看我们教练要 get 几个。我一直都相信 UDJ 教练，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向死亡是吗？没有，我相信他会帮我喝苦茶。他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教练。这就是本性啊，本性。我相信我的教练，你跟我说本性。这就是本性啊，我比较害怕，真的是哦。其实右边这三个在一起，我们教练应该会对我们比较好吧？我们这边有三个人，哎呦，贝克该卖屁股了。其实右边这三个组在一起，这让我非常担心。超级担心，到底是怎么？有小汪，有 UDJ， 又 NK。你会觉得很想三个傻逼吗？他们感觉就是吃蜘蛛，然后被那扩散打死。说不定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诸葛亮。对面不是臭皮匠了，这三个其实就是大概是臭豆腐吧。还有二十秒啊，还有二十秒。好久哦、奈德利前面能干嘛？奈德利前面放放陷阱，陷阱放放陷阱。你本来就压不到他什么，慢慢打就好。哎、欸，这很难压，这其实压不太到。塔前超那个，因为线太短。但是怕他跑去 gank 你，可是你看右边又没有一只什么后脚。是你是绿茶玩索拉卡，又不拉拖后脚。绿茶玩索拉卡，那还不简单？就一直狂 Q 到塔前，然后第一波战绩来 ，OK。视线防中，再打漏。OK。OK， 哎、欸，其实我们第二场一开始有优势，送掉一点。第二场我只要 hold 住就好了。设在这个游戏，有没有前期讲？去吃伤害啊！对啊，前面优势。一定要有个坦克做前锋啊，做箭头。半坦就好了。半坦可以啊，就一箭攻。为啥要选鳄鱼？没有，我想说前面压过去就好了。哦，就发现前面不好压。打就好。就是前面超长啊！前面我们喷掉了。洗包啊！有没有一波喷掉啊？前面你们。哦、楼上很激动，三路已经开始激动了。给他 N A D， 哎，还是没有画面哎、欸，没有读取画面正常了。正常，电脑烂。哎、欸，汪东志一死了哎、欸。我们在探测情报。汪东志现在比数几比几？汪东志，哦，你死掉了。算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我突然觉得他是我队友。Shut up， shut up。你真的很过分，你很会，这个魔杆差点把我骗去欺骗我们队友，
我只是关心我的队友。你是个大魔王。不是，现在我们不是队友。现在我们是敌人。我们是现在是敌人，我也不想喝苦茶、啊。你们这样我很伤心。这个其实这也是喝过的，是不是啊？没吧，要闻到。我刚才闻了，闻不出什么，闻不出味道啊，闻不出什么。他喝下去才有味道。真的假的？很厉害。但这到底是什么调的、啊？那谁手机啊？一定是 UDJ 的，就这一次。这给他丢掉就好了，他赢的话。这个闻不出味道，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好久哦，爆炸。这个画面，好久、哦，这个画面有点，看起来有点爆炸感。你觉得会不会一直死啊？等下会不会切回去看到那个五比零之类的？你觉得会不会被阿弟单杀、啊？伊利一直飞。哦，来我们，我摸不到，我摸到了，我按确定，很会，哦，有，重新连接。这个有没有把设备出一点问题啊？嗯，跟你说，这就是在搞黑箱啦，人家进去就你进去就看到6比0了。对啊，进去就超级小兵在推了。我们六啊。欸、小王没有声音了、欸啊，小王没有声音代表什么？逆风了，我装置逆风了。王同志没有声音，糟糕了，王同志没有声音，哇，担心啊，很紧张，我要输了。这个有点困难啊！别哥加油！你知道楼上都不屁话，还有很担心吗？你要想他们的组合，我们是 UDC 加 NA 加小王，所以说不屁话才有鬼。他们那三个不屁话，就代表一定是你。一片沉默啊，怎么办？三个都是话最多的。你知道我们布下这两场，就是要激励我们那个贝克教练那三名。啊，他们应该全身被激励的。对啊，我。他们现在是出200%的力在打，你们怎么可能会赢？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，我本来就不觉得有我，所以我要求不多，拜托哪个一场就一场。这个黑屏好久、啊，看来我们的设备这次出了一点问题啊，一个开不上去啊。你要直接按观战吗？有崩溃啊！有锁观战吗？有锁观战。应该没有锁吗？有锁观战的话，那打他们打这场就没有意义了。他们重赛。哦，哎、不可以啊！没有重赛啦！有新消息，要重赛啦！不行，重赛！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每次我们优势，那你为什么说的好大声哦？我想去看，好想看哦！我想偷看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们继续，快！我说是你们几比几？太想知道了。不知他说应该输了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是应该输。他们劣势，哦，太棒了，重赛真的太好了。其实劣势在六十中啊，一个耐久力，不会洗爆兵器了吗？我仔细想想看，他们那个阵容。然后你知道那个球女打索拉卡的话，应该还好。被吹爆！我帮你去扛住。角色一样的，角色选一样的。哎，你打 AD， 那能力就打不 AD 啊？那能力就是不能打 AD 啊。可是可以盯得住。那你想想，你两路都被推，你两路都被推，然后贝克一路野，然后 AD 又可以穿墙，你野区。我回来了，听说那个绿茶他屌鸭。所以是我们劣势嘛？对嘛？你看这个汪中之不讲话，代表他就是赢啊！对啊，直接下去了，他只赢五支兵而已啊！没有，麦德利不要打索拉卡，脑袋撞到哦！叫球女去打啊！虽然他打伊利也没好到哪里去啊！不能哦，麦德利打伊利直接爆。我觉得这真的很过分、啊。你为什么要选麦德利？我们是一个优势，然后这样重赛，零五支兵优势，果然是黑箱优势，黑箱。别说啦，我们都在此啊，是有办法黑箱个头啊！你也看得到那边发生什么事啊？哎、那个按那条线跟那个按钮是什么？我好像看到了。你很会掰，楼下面只有这一罐某饮料，就这样而已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好吧，这样应该算我们一分吧，我们赢五支兵。问号。被门将的，刚才你都没说话，多吃几只野怪了。鹦鹉之兵也是赢哦，很同队。鹦鹉之兵也是赢哦。我想要小黑，我们赢一个大绝。
等一下我们还在录影吧。他们上面在各种讨论呢。我突然觉得，好，走躺休息，坐在这里。现在干嘛？所以他们要够了吗？要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开始了，你还在，角色一样哦。快哦，快哦。来，我来预测。还有三分钟是吧？预测左边会选龙女跟索拉卡。没有，好像说照一样的。要选一样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谁家才预测这么准啊？哦。这下没救啊！应该结局跟刚刚一样啊。没有，索拉卡压五支兵阵。我们来赌好不好？我们来赌。你眼睛会爆炸。我来，不是吃兵的问题。没办法，我们来，我们来赌手杀。对，我们来赌手杀。那赌不杀？赌我来分。来来来，我来分，捐出来给你们赌。没有，没有额外加，要也是额外。所以赌输了，然后这个输了，我来捐出来哦。所以你这个如果输了，然后你再赌输了，你就要喝两杯。哦，你做梦！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参与赌局？那我可以消掉我来杯吗？不行啊，当然不行。那这样我有什么好处？欸，如果应该要消掉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要额外加嘛，就是额外加的。我们要额外加嘛？啊？额外加一杯？这什么黑黑的？这不是人类要喝的东西哦，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到这个就没有食欲了。那一坨，真的闻不出来，好像那个水彩那种洗一洗，然后变成这个颜色。水彩，哎，你这个描述相当的精锐啊！味道，对，就是这个颜色。放在马桶里面，看到东西啊！小叶说话了，阿伯现在没有在描述他那一坨。这个，不要喝这种东西，加油啊！要赢啊！放在马桶里面才看到，拿去给小汪看，叫他喝一口。我闻几次，我就觉得这其实有点怪怪的。赌手杀，妈，玩不玩？哎，赌的。你们玩，你们玩。你们乱跑。我已经负债了，坐在这里。你们负债不能赌吗？你不知道你们还要见好就收，我们要不赌。你们三个自己赌啊！对，你们三个自己赌啊！你们不在，负债，你们三个，负债三个，我一个正负债，怎么输的？那什么？你借钱赌博会输哦。我觉得，欠债的人最大，欠债的人最大。啊，我说不再加一杯，不要不要，不用怕。这个要有一个诱因才行的。嗯你跟我你说我赢了，我可以消了。我已经忘记那句话是什么？欸，其实如果穷怕了不怕没穿鞋的。没有，其实赢了可以消，这个对我们来说。赌到喝十杯。因为如果他们等等两连败，然后变得我们要喝苦茶，然后我们比，然后我们不用喝，对不对？先获得一张免死金牌。可是，不听不听，等下输了。来，我赌我赌，如果这一场汪中志拿手杀，那一杯我拿上去给他喝。问他，我为了我队友帮他签了，赌了那么大。你这样子赌对我完全没有好处。帮我队友赌了那么大，你们。可是我们想看你喝啊。西门，你不喝一口？我不要喝。这到底是？我把人家狙击二比零，我还要喝，我就崩溃了。这是混出来的吗？我对啊，把人家狙击二比零了。啊？我们被 carry 的，这是中药之类的东西。这个这场被 carry 我也很开心啊。你这个零七一的 NAD 有什么两样？这场 carry 不起啊。我摸一小王啊。舔一小狗啊。你要变脸了吗？你要你的哦。你要变脸了吗？那你的。我喝过了，没人敢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只沾点点。那你的我不怎么样？不行啊！你可以用这边。不行。哦，那这个，那边你的，这个也太苦了。后劲。哦，这有后劲，真的有后劲。超强哦！哇，不知道是谁，妈的，都没调。Oh my god！ 哎，不对，太好了。我发现我有某饮料啊！我在撒什么？看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拜托一场哦，做事哦。别哭哦。烈士。你疯了。我还在过这种苦。我还竟然没有用全力打。我全力了。我也全力了。那你才说。我站这一点点，我可以苦成这样。这场已经没救了。在前面场。丢在一个球上。前面场三次会战，我就已经。我觉得第一场没拿下来，真的很可惜啊。第一场没可惜。而且我们不知道对蓝特有什么。第一场没被我们偷吃蜘蛛，怎么看法？第一场，我们直接偷吃蜘蛛。我后来想说，有一波会战，想说，我们应该这个阵容应该是会赢。这会呛到。后来想一想，哦，原来有没有蜘蛛？我们吃了两次蜘蛛，跟西利偷吃两次，现在超强哎。
对啊，我知道很强，所以我才说有蜘蛛怕我不要打。超爽，那时候一直可以。今天我姑姑两个蜘蛛侠能不能偷杀？他可以偷杀，可是他们是三个人去。对啊，三个人。蛮痛的。小时候要三个人。其实我们打的时候蛮痛的，都快闪。第一次被他们杀光哎，很痛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我帮他们打，露露直接帮他们加大。他还会扩散攻击。对，他是他 A O E 啊。海神斧。还有是你强的死。你知道他会喷那个蜘蛛网，把所有人拉回来啊。好可以，好可以，哎，在喊呢！我弟呢？我弟输的时候也说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问他，不要这样唱歌。万中志，你不会死？不是同队的吗？不是，我们要认清事实啊！万中志，你不会死。我们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啊！我们是同队，你要声援队友。乱下 flag。我们不是中立赛评，我们是我们队的。OK， 你喝过这杯之后，你就可以体会我在说什么了。哎。这个画面又出不来，我觉得应该是要重赛。哦，今天真的，这应该是要重赛的。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完全无法 OB， 这个有点尴尬。那就知道以现在的战绩，在场某个人莫非有吉祥体质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这就是要重赛的东西。你叫他们不要开房，不要关那个。时间不早了，该这个结算了。他们有发 OB 吗？他时间不早，就用两场赢结算吧。对啊。不早了，该下班了。应该也很随便啊。贝克，这样两场结算吧。贝克莫被你点烟了。这样的，我也赞成这两场结算。时间不早了，真的。时间不早了。来，我们不下班，工作人员还要下班呢。借看就立在手机。我们导播刚上去哦。你不久都快十点了。9:43哦。因为我们刚刚还一场30分钟啊。哎呦，如果再加赛，你看看这得了，所以不要加赛了，就两场。加赛就一节。有可能哦。这怎么了？真不知道，就一场决胜负吧。对，就他们一场决胜负，那么我们赢了就是赢两场，然后我们输了也是输两场。我们赢了是赢一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一场决胜负，我们加大赌注，我们赢了就是赢两场，我们输了也是输两场。都跟你们搞了，对，没有，前面也算啊，前面也算，我们背着这个，前面赢两场，我们背着这个劣势跟你们这样大赌博，没有劣势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脑袋撞到我才跟你赌这个，我脑袋摔烂了我一定跟你赌这个。兄弟，在唯一做一件事就是翻页，然后一直重三。耶！哇！拜拜！打两个了，一等就去绑了那里了。打两个了，哎！两分了！哈哈哈！哎呦！继续闯赛！继续闯赛！抱歉，设备有问题，抱歉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继续闯赛，继续闯赛。抱歉，大家重演 W 一打 C 有 G 一 U 啊，7小时的战争，最后还是续赛吧，最后还是改日再赛。隔日再战啊，隔日再战。我觉得可以直接结算了，可以结算就结算了，补偿，咬牙一喝就喝。还有结算，结算了。有一杯了，你不要。好，就让人家大家都那个量减半嘛，毕竟没有赛完。抱歉啊，下次我们再量减半啊，下礼拜我们再见啦。杯啊，4分之1杯，我的哭哭鸟表示非常难过。他妈，恩连说，可以可以，然后果然被屌压。问他，不说了嘛，这是平常的。对吧？会观察，会观察。这不是从打那个吗 ？T S 有做这个吗？啊，打 T S 的时候，这明明就 T S 有讲可以，真的是把我灭了。严重进来 H U 这讲可以，就我们自己就灭了。好像可以对我们有效啊。对，然后还是我们会灭团。好，所以还要继续赛。当然啊。我说可以直接，你可以直接喝，你可以直接，我可以直接结束，直接喝啊！原本让你来问你的队友的意见啊。啊，如果只有你喝完，把你队友们份也喝完，喝完之后你赢了，你会怎样？没有，我说他们也可以下来喝了。好，我非常赞同，我非常赞同这峰哥这个建议。他们把这边就是找到解脱啊，各位兄弟，我喝一喝就可以去躺了，喝一喝厕所都可以说说不定就解决了，太多了。身体很差，再补一下。身体很差。如果这次是跑步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补一下。这可以补什么？他不是说对身体好吗？我的身体什么东西都嘛说对身体。不会啊，泡面就不会有人说他对身体好。我说这健康食。这一看就知道对身体很好，你在跟我开玩笑。因为小叶说像从厕所。我想你需不需要我去厕所帮你弄一些来？小叶说上厕所要多少？去厕所弄，每天都给你，每天一杯。你他妈每天都弄得出来，也很厉害。那是限量的吧？那是限量的。而且你要弄出这种高浓度的也不简单啊。
好想哦，你们可以不要再讲了。我突然觉得在这里屁话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，知道吗？真的。哦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可以让你看着屁。我真的体能体检那个 UDJ 平时当赛评，那他做什么？就这样。毫无反应。他们坚持继续赛啊。他们没有反应。我刚说小峰可以帮你们喝六杯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就没有反应。他们还没有反应。是啊，真的啊，小峰啊。他们疯了。他们已经疯了。有些人是面子的问题了，他们前面那么大优势，面子问题。那你说这场我已经预测到结局了。有啦，你看这队那个都说别人正面打两场都被屌下，到底是怎样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这场就是我们又会黑屏，然后再。你知道我上去问他们吗？对，我这一场一个枯燥的预测在黑屏，然后再重赛。其实他们会输也不一定。他们要开那个能关战的，还觉得他们选的很好。哎，他们开能关战啊？他们要开能关战的。哦，这样子才安全嘛？快加他们好友，这样就可以关战了。快加汪中志好友。扭曲丛林，是这个游戏，你一旦被压，扭曲丛林就会被入侵。扭曲丛林。没错，你一直拿，一直拿，后面都破死。可是等级输啊！哎，这小只野怪犬超多哎。你可能等级输个两等三等，就是被大只野怪抢。那就是以前的野怪经济啊。而且你到时候复光之后，祭坛又被抢下来，伤害又差了一倍，真的很严重。我也是蛮希望他们之前都没事，我也是蛮希望的。为什么？你也可以早早结束，早早下班。没有啊，我是说那个二 A。还是希望我们输。我也是蛮希望的，如果要继续打的话，当然是。那两场嘛。但是我实在不怎么看得出来右边会赢。真的，我也觉得其实右边很难赢、啊。问了他们还说选得很好啊，超强。这个理解真的是需要问问他们本人、啊。卡利斯在对面没有强开啊，其实。卡利斯在这张地图对面不用强开啊，是，但我们有 poke 啊。没有，你自己想，不用强开，手上还一直 Q 到塔前，你要怎么办？你看他们两个都一直推线，给他。他们两个都一直推线，然后路野，然后二 A 就爆炸。嗯，等到奈德一六者应该就好一点。一切等奈德利六，你看也有战报啊，杭州入侵也去了。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，就是奈德利不要去对到索阿卡那条线就好。奈德利不能对 EZ 啊，你会被点爆啊。没办法，你他不能对 AD， 他对 AD 都是输的。你对索阿卡是很难打。那你对 AD 也对 EZ 也输啊，知道啦，必输的。你们那个奈德利跟球女他们两个走一条线，然后卡利斯去转过，可是对这样就好了，相信我。我听你在冷笑。游戏只有一条线哦。对啊，这游戏。然后我们就有一条经济完全放弃掉，我的妈！他想十分钟推爆我们家。身为一个专业的赛评，我是不会乱给你们这个意见的。我觉得让奈德利去对伊利，然后卡利斯多给伊利压力就好了。我觉得要这样子，因为你那个伊利也想，卡利斯对伊利没有什么压力啊，他只要越想顺着就好了。相反的，我也可以跳。跳不过去，情况危急的时候，跳戏的跳过去，太后也移不过去，他只要过半就过去了，那个赔你个墙，随便都过半。我是觉得那边抢到卡利斯自身难保，越打越烈，第一场只是输五支币，第二场直接被砍爆，因为他们路也越路越顺手。第三场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是我，三分钟三被 S， 如果我是卡利斯的话，我在这场就是要各种躲啊。双线被推，你是躲不掉，然后直接进来吃你一眼，你也拿他没辙。其实是可以的，对你蹲到龙女还是打得赢他了。你要因为你的兵都推在塔下，你的线上人完全说不想去救你，因为我的兵都在塔前，一直搂着你的肉兵。你不能救是另外一回事啊，所以你要在那之前想办法。撑到六等啊，撑到六等。而且前面那时候在我们在研究三三的时候，你有说啊，选线上强的很重要，他们选的每一线都会输。对啊，这样讲我就爆炸啊！我说三线一起爆啊！我那时候就跟你说，选对线强的很重要，而且不要选太多法师。对啊，而且一定要选一个有持续普攻能 A 人的，不然伤害后面就不够。除非他是 AD。jungle就是可以坦就好。坦跟开战，就像我们第一局就很明显啊！你看到他们三个大男，卡利斯我们一定要有劫才要打死。卡利斯是一只明显需要浓的角色，而且他要十一等才是最强的时候。球女要浓啊，前面打都不会痛。卡利斯耐力也要浓，耐力都要浓啊。其实选不出线，其实选耐力还好，就是你要选一只可以撑得住前期的 jungle， 选卡利斯就，哎，他妈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啊。而且全部都是菜鸟。赶快赢一赢啊！我是想在那边赶快下一场啊，来个好一点的拳脚啊！能不能直接换拳脚啊？
你们可以直接 FF 啊。我接受。我也接受。我勉强接受。虽然这1%的机会还是要。那我们还是期待他重赛好了。为什么要接受？我们再重赛一次。期待他改天再来好了。再重赛一次好了。今天就以两场作结吧。两场作结只喝一口、哦。三个人喝一杯了。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什么都是你啊！就你们三个输而已啊。我们三个人一场20分钟，一场20分钟，三杯小的。对，我们刚才不就第二场不就真的？你忘记我们是时代的眼泪吗？以前20分钟吗？现在40分钟。谁跟我说一场20几分钟？我们刚不对，我们刚才第二场确实差不多啊。我们以前最快一场8分钟就解决了。以前很快哦、喔，以前快，对，以前中路还是加速跑。那对面不是职业玩家，这地图根本就是新。对面不是职业玩家。哦哦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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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进吗？有一个不好的预感。一个黑屏。哎，转圈圈，现在看一个白白的视窗出来了，很大一个。有多大？点一下左键就会有白白的视窗出来。有多大？不要急。没有。哦，来了，然后白白的视窗。各种重赛啊！感觉是关系统坏了。从外面加应该比较有希望。他们有锁吗？好友。我没号，我等我上。随便一个队。啊，我们 OB 没好友。来换账号。你看这些人真的是平时很缺德，不加好友。连导播都在抢。导播跟你都抢。连导播都在抢。我在呛楼，我在楼上的。哦，会转会转。没有，还是反正就是意思你误会人家了。对啊，我本来就在讲楼上。没有，你看脸是对着他们的。你刚刚脸是对着他们，导播都回你了，他还认为你在整他。没有啊，你干嘛扭曲事实？他还在哭。没有，这不是扭曲事实，他都要哭了。你刚刚脸是，你刚刚脸就是对着我们的美术大哥在讲话。我在对着楼上，因为楼梯在那。来哦。哎呦，转圈圈哦，转圈圈会不会动？来哦，跳拜拜哦。不要急。不要慌张，莫慌莫急莫害怕。复活了，终于有了账号，有灵气啊！终于有画面可以讲，我快坐不住了，好热啊！好，我下回家。10点半就没公车啊，没办法回去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回去。哎，团长。对。照相馆要关了，浩哥不是我不拍啊。今天不让我拍啊。到几点？应该已经要没了。他只开到11点。那你们要先去了。代班赛品来个200块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赶快去。OK。我也要拍，欢迎我要拍大头照。你要拍下去，我骑车下去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那我骑车下去。现在10点了。哦，N1开始就被当只小鸡赶着跑。是球女一等着点座呢，这样怎么洗兵啊？那球女看一看她 ID。你看这 ID 多嚣张。这伊利一等点 Q 真的是阿迪他妈就是要把脸吃死！哎 ，AD 奈德利，那我旅程线超猛，他可以点爆索拉卡了。他应该是玩了，不能，他应该是玩了两场玩。点不赢，小兵哦，小兵他跟伊利互点嘞，点的伊利越吧，点补血跟伊利点。哦，有希望，可是等级越高越不会赢啊。因为你没有 AD 加，反正 AD 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混上伊利，混上奈德利，这个先买多来接呈现。你要找的伊利只有撑坦中的，这个这绝对不能走进去啊！这还是为什么 AD 要站在那边看视野呢？那个不会有视野。他应该已经学会教训，这是第三场，他已经学会教训了。他前面一定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会理解这个理解有点。你看我们的专业的备课，这时候就是吃野怪，吃野怪。你看有没有？他妈为什么恩恩利买的是两把长剑呢？正确的吗？其实不正确。他没有啦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你看，他正在护点，他正在护点呢。没有啊，就你一定你，我是个人觉得你一定要让奈德利去打伊利啦，你只能这样子。要不然你刷卡，真的觉得那他被推爆了、啊，还有压呀，你还是人被推啊，对啊，你还是人被推、啊、你 OK 的，这是 support 跟 AD 的对决。小王操作我相信会输，不一样，你OK， 是不是我很想哎哎，免费换三个普攻啊？小王这个走位，每个 Q 都中了，好来反野的哦，已经在做事啊，这刷卡，这刷卡已经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玩的不错、欸，不要去 A 他哦。你看嘛，每天洗一洗，然后跑来入侵野区，要怎么挡？完全挡不住啊！不要挡出声好、啊。这个
讲得不错啊，完全挡不住啊！我就刚刚去跟楼上沟通，他们、啊、为什么那堆在这里？为什么那堆在这里？哦，他们换线了，他们换线了。啊，你在讲什么？哎、欸，没去 ED 也上来嘞，这个轮转位移啊。还是我们刚看的是下路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上面，好吧？真的吗？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上面、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还想说奇怪，奇怪，视角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我以为他下路哎、欸，那为什么左卡从上面走过来？因为他下面推完兵，然后他走这个走那个孔、啊，没关系，我们 UDZ 有推到上弯。为什么左卡吃兵输，然后跑去人家反野？哦，因为他是每一大坨，没有，他只是硬推而已吧？他没有，他是每一大坨兵，他吃完就小兵推过，古巴被抢了。哎、欸，贝克站祭坛很会玩，已经站在那里等祭坛了啦。我好几次有祭坛没打出，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祭坛有灵气啊，会打出的灵气。其实也要看那个角色什么时期比较强。没有，你要看角色还有他对方状态。对啊，你还是毕竟你要打的一个因素，还是你有没有技能。因为主要祭坛就是哦，屌压手要卡，要打祭坛就会三打三啊。这龙女其实人其实也怪啊。啊，第一座是喽，这个兵线看起来应该是。哎、欸，那等于吃兵没输哎、欸。球女其实蛮危险的哦、喔，球女只是。对，就是这样入侵。但是那等于是不是少买一个装备？他装备总比人家少一个鞋子啊。他自他还没回买吧？他应该是买一堆水吧？他应该是买很多水吧？怎么可能没回买？大家没回啊？他应该是前面都买鞋子了，然后被打爆，现在不买鞋子。哦。对，多兰剑你在买鞋哦，没办法买水。一罐戒指没有没有没水，如果是好一罐好一罐，戒指的话有两罐啊，戒指比较好。剑会，但剑系列的只有一罐。Jungle 的吃兵数上面来讲，其实还没有差很多。那小王要走过去。哇 ，N V 一个潮 ，N V 一买了三只长剑呐、啊，三长剑啊，他是在玩攀升吗？心理姐，哦哦，不要去打索拉卡，你打不赢他。这个字有点小，看不出他们等级啊。贝克好像是四级是吧？领先一级。你看 UDZ 完全放生 NAD 了，这个字有点小、啊，看那个形状。没有，不用看了、啊，看那个赤兵书就直接抓他，已经屌领先了。其实我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我知道 UDZ 已经放生 NAD 了。哎、欸，就是这样抢他们祭坛。哦，完了完了，中间完全是一个被控制的状态。专业全部包啊！你打会战就会输啊！那球员在这里干嘛？跟你一起 jungle？ 跟我吃 jungle。我是打装狗的 UDJ， 你们不是同队吗？我们不要这样挑队啊。OK， 其实这个东西，我觉得龙女那方面也压得好，只让卡莉斯输五支而已。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打了两场，他们可能已经被反爆野两场了，这次终于知道怎么挡，有挡住就好嘛。其实已经闯得很好了，其实已经挡得很好，因为卡莉斯能在他们一直进的情况下吃得到这些东西，已经很棒了。只是感觉就是贝克对他太好，对队友那个每个角色拉在对称位置。其实这个东西会被越来越大。龙女跟那个卡莉斯放在一起，他们要打祭坛了吗？哦，他们要开始打祭坛了。这卡莉斯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翻祭坛吗？站了。哎、欸，断了。是那个还是他在发呆？等一下哦，这个好像是 OB 断掉了。无反应。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坦？他妈被野怪打都不会痛，你知道吗？我发下载资料。格瑞娜问题。格瑞娜的问题。好，先怪格瑞娜。先怪格瑞娜就对了。还有多些怪呢？我一个导播哥说格瑞娜的问题。哇，又要重赛了。他们有再继续打吗？我们再继续观战就好了。就是有啊，不然等下下来了。哇，我们要黑画面一分钟了。哇，应该要去拍个照了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我骑车载你？各种想逃离这里啊。这其实小峰，我们不是要合照吗？很痛苦啊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要一起出国吗？我们不是要拍，我们是队友吗？拍合照吗？我知道你缺白好，我帮你买。哎、欸，记得帮小旺按 F。我没想到我会坐在这里坐这么久啊！哎，西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三楼吹开一下吹风机？吹风机有什么？哎，不可以啊！我去三楼吹风机，这样子不太好。啊，你应该没吃过被断电的感觉吧？啊，太好笑！哎呦，开吹风机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。哎，还是不会动啊！他们楼上这个有点。
这个各种状况啊，各种状况啊。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各种意料之外的状况。他们还在打吗？还在打，不然现在就下来了。我觉得应该叫他们录 RP， 然后我们来抢啊。上传 RP， 再跟新厂一样上传 RP。上传 RP 是哪招？那就没有即时的感觉了。我们可以当个解说啊。那解说。解说 RP。RP 解说员。哇，这真的是各种状况啊！我们今天这个奇怪，我们前面比较少后置啊，前面两场好好的，结果今天一个爆炸，是不是下大雨的关系、啊？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下巴雷达，还是我们的种花？电脑该换了，微星的主机板可能该换微星的，对，主机板不够力吗？该换了，这看起来不太像、啊，应该是避雷针走了，应该是楼上，哎、欸，下雨。然后上面又有一只碧黑色，神理解，我懂你的意思啦，我懂啦，我懂啦，嗯。什么碧黑针？下面有一个碧黑针，是他的。你看，现在又在下雨哦。他碧黑针在反了，因为各种讯号干扰。真的。他一定是坐他的位置，因为他的位置没有，他一定是坐他的位置，因为他的位置刚好正下方朝下。所以你们这样干扰比赛，应该判你们输。不是啊，是小哎，就是小娃娃。应该怕你们输，你们在干扰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蓝特也只是讲讲啊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拜托，我们等一下一起上去摸摸他的下巴。那你还要擦两下巴？测一下有几伏特吗？请他的下巴吃亏。你看拿三用电表量一下吗？拿三六电表，然后接两条看有没有超过正值啊。还是你想比较快，再拿抽风机擦看有没有电。各种。其实是蛮有可能的，屁的，因为他坐的位置刚好他下巴朝的位置应该就是导播机没有错，有点可怕、啊。哦，为什么小汪一玩就出事了呢？哎，又动了，0-0，但是经济输有点多啊，一个9分50秒，刚刚是几分几秒？刚刚应该是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这样还不错，至少比赛能继续进行。看，果然是个混伤流，那德利亚出了个多来剑，帮助闪现。他现在好多一点了吧？真心觉得他们打起会上会一阵尴尬，打不出。人家冲过来，然后两个一直退，然后卡利斯表示我要打谁 ？Talk。啊，阿弟快逃啊！卡利斯只能收头啊。哦，这教练单杀，教练单杀，教练在丢哪？教练你没魔啦！教练在这放水太明显了。哦，教练你没魔啦 ！Q Q， 尽量 Q。我们的教练好像要出事哦！等下这卡利斯有点痛啊。他是一个偷偷救队友，他是蛮……他好像是先进化 Q 吗？是不是？啊吧。啊啦，应该都是啊啦。人家大学变色，大学变色，装备，他装备装备，有看到。大学变色就是。因为他手连刀没有变长啊，我觉得这场应该会打很久、哦。这个他进化 Q， 他进化 Q 啊，他进化 Q， 对吗？他手连刀没有出来、啊。导播说的，今天这个观察者模式伺服器的资料。那他说他大学变橘色的，好吧？他进化好了、啊，那没大学就是橘色的，没有进化以前是那种不知道问导播。没有啦，那个观察者看的时候，那个颜色不会变，就是不会变、啊，不会变，因为你用。然后在敌方的时候，你看他好像也不会变，是 bug 对。导播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这个可是我看镰刀也没有变长啊，因为我记得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基本我记得进化 Q 之后，那刀不如你们就下来受死吧，下来直接认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应该停赛，然后我们到后面择日再战的意思吗？择日再战。那今天什么好卖？然后我们先去磨练个一个礼拜再来打。不行，你的战绩已经被记录下来了，20双眼睛都看到了，记录依然存在啊！你知道在这里坐久了会热吗？其实还好、欸，有两个大灯嘛，挺凉的。啊，你穿冷气口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哦，哎呦，但是不会动啊，又是不会动，一个无法下载资料。这个就是一个。不如我们还是摸摸前面的主机板吧。哦，不错哦。已经没有画面可以讲了。这个主机板啊，看看一下，来哦，拿一个看看。小心哦。
这个角度啊，王公子看起来一个厉害啊。我们也有吗？我们，你问问 GDJ。哎，你不是常常嫌你的主机不够力吗？哭不倒，对，可以换一片啊。你可以，你可以偷干一件走。其实我也想啊，只是这样不太好啊。你知道我现在坐在这里，大家一起看广告，就是哦，我好想这样子做。其实我平常都是这样做的啦。看得出来。哦，我平常都是这样做，可是你平常都是躺在那个沙发上。对，我平常都是躺着。没有啊，那沙发，沙发有两个人。那个沙发是小峰的。啊，那沙发是小峰的。那要申请的。你都不知道他、欸，最近我们都这样叫他吗？沙发小子。他就是没有他跟我说，我每次早上起来的时候都看到他睡在这个沙发上，然后他就会说，我们就会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睡在这个沙发上？你不回房间睡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我晚上起来上个厕所，来下面滑个手机，躺着就睡着了呢。我的沙发比我的床还舒服啊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各种都能睡啊。还好，最近看他都在床上啊。对吧、啊？最近，因为你们不是下面人太多了，这几天没那么热吧？应该下面人太多，你看嘛，看他那边睡都是放假的时候。应该说这几天没有这么热，而且他这是不是放三天吗？三天都在这里睡。沙发小子，沙发小子没反应。他废话，当然就是这样子啊！你还要跟你什么反应？自称的、啊？没有啊，我跟贝克都这样讲，那是一个沙发闷沙发的男人。他可能还没有自觉啊。啊，还好啦，其实这种东西就是，热的话我也是各种找地方睡。很可以就是、啊。还好、哦，我们会冷诶、欸。我们房间冷气坏了，我们要交换一下。我们会冷诶、欸，我们超冷，每次起床都觉得超冷，冷气都不来修。这就是一个引用小峰说过的话，这就是一个贫民窟跟富裕区的差别。这不能怪我们啊，我们的冷气其实也是坏的。如果因为你不开22度，它冷得跟你不开22度，它就热得跟鬼一样。你开22度，它就冷得跟。如果你愿意，小汪的小狗窝可以给你，我是不介意。你知道睡小汪上次看到我在睡地上。因为他上那个真的超扯，我们不是上下铺吗？然后小汪睡下铺，哭了。哎，开始了。哦，有有有，2-0哎，好黑箱啊，这黑箱太棒了，2-0哎，回黑箱，回黑箱。哎，怎么又不动了？要拉回去吗？要拉回去吗？你们需要拉回去？就实况就好了吧？哦，怎么都是恩格利啊，恩格利，恩格利，恩格利，好多恩格利哦。然后也是助攻啊，也坏啊！他上面写的都是奈德利的头、欸，都是下巴的头。黑箱，下巴0-0，然后 UDC 打酱油、啊，下巴0-2，那应该是占领祭坛而已吧？没有击杀术啊？没有，我说出现 NID 那个画面应该是占领祭坛。好，一全部挤占领祭坛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。哎呦，越动了！哎呦，哎呦等一下这样就好了、啊。回来。专业的看法。这场比赛应该，因为他那个资料是不是停住了？时间是不是停住了？嗯，慢。资料停。对啊，所以他现在拉回去，他现在跟在跑 YouTube 一样，你那个跑的流程。这有缓冲，这个有缓冲啊。对对对，他现在在缓冲啊。你需要预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动他，不要动他了吧，让他这样。OK。我觉得不 OK 啊，应该要重赛。我刚不是说再重赛，再重赛。我讲话哦，再几点啊？再重赛，你得罪的是我们其他员工。你们工作人员都要。没有，这个择日再战。我们这两场胜负保留。不用保留啊，你们就先把苦茶喝一喝啊，下次没名分啊。这边就在等着你。哎、欸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是什么？我尝一点点而已。我来，这是什么？小叶再介绍一次吧。好，西文唱歌结束这一场吧。西文唱歌。Yeah。为什么底下还有沉淀物？那就是泡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啊。那不是泡出来的吗？我不能接受。是什么啊？完美 ending， 就是酷酷岛喝下这一杯 ending。原来要这样吗？为了大家，为了大家该做牺牲，该做让步还是要做啊！好，上面写的是1-0，不
不是三比零，三分比零分。嗯，对啊，应该是三分比零分啊。不是吗？一比零是一个大场，那不对啊，因为你偷偷有可能是一比一啊，这你要怎么解释？他根本没有算积分吧？我看，你看，偷偷都是打积分。哦，四比零。哎呦，可以先喝的啦，先喝一喝，这半杯而已哦，认真一点，这半杯而已哦，就算你喝完了，很晚了，我突然觉得肚子饿了，想买个东西吃，我喝完了，加油，而且贝克也是比较会照顾选手的西门，做事是的，贝克比较会照顾，我们这边有三个，相信贝克绿茶的战绩出了什么问题啊？零三零，这不用想，这是贝克，一定是威力蹲爆啊。这告诉我们，平常要还是要玩多玩爪卡、啊，不是不用技术的角色啊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缓成型的哦。哎，前面几次失败，越来越会打了。没有，感觉爪卡配龙女不好，因为保龙女也保不住啥。这就是通常是配鲁鲁比较好啊，龙女配鲁鲁比较好，跟他们自登鲁鲁。啊，南方自贝克来骚扰 UDJ， 贝克伸出他的咸猪手，摸两下。奈德利有点肥、欸，这是我开始听到小旺，我开始听到小旺的声音了。这个拉到后期就是右边墙，小旺的白目啊！这拉到后期哦，奈德利，又可以了，可以啊！哦，这个打，你看这个双女大不会痛啊，但是会有吸，这大做长力道不足了，奈德利被逼，哦，等一下，伊斯拉你在干嘛？伊斯拉，做什么？快！啊，我记得小旺以前没耐得力的，是不是？小旺以前是没耐得力的，对。哦，不要再说什么都是 man 的，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man。用你的下巴。哦！怒杀贝克，下巴撞死人呐、啊！下雨的时候威力特别强哦。这个就是一个引雷啊，带电的下巴、啊。这个是一个需要天气加成的管家、哦。他买多兰剑撑过前期的，你看。而且下雨。下巴就带电了。某人的电话响了。身为队长的你，应该把它丢掉。接一下，应该把它丢掉。小猫咪，我拿 UZS 是小猫咪。不要看到他，不要看到他。嘘嘘嘘，他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他藏起来。不放沙发上吧，跟他说他在活动。你来干嘛？喂。我觉得我可以。不要接。啊，我还是不要接好。你装个女生的声音。他在忙。你不要害自己队友啊。他挺的。以那一场再说。小猫咪。因为那一场就结束了。我记得不是叫小猫咪啊，那不是叫 Mina 咪吗？喂 ，EDJ 是我的，你走开。耶、啊，不表示一下吗？因为他暂时想搭车回家了，他就不敢过来。这其实已经。这伊利一定是跑不掉的。对啊，因为他连三枪都没出，跑速不就不对。哦，这个不对，这索拉卡补的太低。不对，你刚刚那个操作感觉有点……没有，他其实他拉的太那个了。他干嘛拉？他可以多敲两下。哦，贝克、是你，贝克你他妈一个偷吃，贝克是你，而且他还是单吃啊，有点。我还是贝克不出防装，你看雨落再加那个灯笼。哇塞，这其实要。你被贝克on爆啊！不是开玩笑啊，下巴有点强啊。下巴是我们的教练，下巴在一 carry 二啊。那我们的教练很会指挥，但都是一个八楼。我们的下巴其实很强、啊。教练啊 ，Coder 不一样啊，魔兽最强 Coder。我们这样讲好像现在不起来一样。现在没有玩魔兽，我是不知道、啊。人家在 LO 也是很好的教练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下巴。一个 carry 啊，蜜蜂补习班就是靠贝克教练在撑啊。还有另外一位主任好吗？还有另外一位主任专门调整难度的，是谁我就不多说了。你陷阱可以防止他们踩地毯吗？不是，可以。人在上就可以。只要他们有被有受伤就不行吧？有受到伤就可以。可是伤害只有前三秒而已啊。暂停。下巴就是锁起来。哦，这个标是丢哪？这丢这标哦，不要在主塔。这是在丢什么？哦，该打喽。我们教练今天很会。人教练，那会被包，这会被包。我们的教练也是会被包，这会被包，但很难破克。这很重要。就是这里了。啊！绿茶。哎，有吸到，还好对方有对着 NLE， 不然那个球就要轰炸。绿了。
去上那一只阿迪哦，杀了阿迪哦，下炮哦，会玩会玩，这个一个标很会，对，又被击倒了，哎，过了，那边先喝了，快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时日不多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时日不多，这个小杯的你可以先喝，压上你一杯，谢谢你相信我们的教练，打完了。这应该是天意啊！绿茶好雷啊！这个可以。但是我们超强，他的参赛两次太强了。被他们看到要怎么打，打野区他们都会防的。哎，还有还有。不用了，让你的教练来抢。哎，现在就是一个等待结果的时候了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，等等下巴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这两场哎，因为我焦点都放在下巴身上了。因为前面环境都非常差，第二场才一个啊，这分是保级啊，那一跳过来自杀哎，跳过去自杀，难怪他说可以。哎，你知道你们选这个阵容要拖啊？小王第一场一定不是买多兰剑，小王第一开始一定不是买多兰剑，小王一开始不是买多兰剑，他应该戒指啊，你第一场买戒啊，你第一场买戒吧，然后又换各种美品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这时候就知道大家就说王庄之平时的为人。我知道你是二将军，开在打野区的。我跟你讲，来模拟一下王庄之刚的情形。哎，他们这个很难打，我要带多兰剑。我管他小不小人，我会赢就好。屁啊！我说都没打到剑，你说没差。没有，人家艾丽说的。这也是人类会做的事情啊！会赢就是要不平等待遇啊！会赢就是为了赢就是要不择手段。抱歉啊！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各种照了，你看这奈德利各种奖励啊！这奈德利把对面几个人标的什么都没标好，出做事了小王。真的你知道有很强吗？超强，根本打不过。觉得是因为现在躺太软。你该不会是被超级小兵爆出跑吧？差不多，太扯了，知道不要来打一场。这个推塔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就是各种点。感觉两只超级小兵来一个，上面快淹进去了，上面快淹。在上面那一坨，上面那一坨。啊，这其实就是。老波 take 在上面，而且他们后面只要成型之后有盾又有补，还蛮恐怖的。哦，这个其实就是各种可以啊。下面在打了吗？下面打了，各飞出去啊！好啦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哎呀，这就是后继无力的后果。他们留不住人啊，左边只要一波没有带走人。哦，塔已经被小兵拆爆哦。哎呦，怎么跟我们那场相遇上第一局？那场还很有警觉心，怕给第一局重现。HQ， 再没下塔怎么守？再没双 CP 一爆 ，HQ 粉丝直接隐拆。是 UDZ， 哦，哎，你在跳啥？哦，这个小兵很强。贝克前差了多少啊？他第二场回家多少800，因为第二场他杀了两个，然后第三场我们进野区他们都知道了。贝克，我懂，你比较关心我们一队，我们这边有三个一队了，你知道吗？贝克人真好啊，贝克人最好了，交给你们了，帮我们一队坦，交给你们来了。我做的招数盘的过去吧，很累啊。我尽力子。哎，那杯比较少的就是给我了，拿一杯。这杯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交给你。好，你，我手机。你们偷看我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画面已经这个在绿幕里面已经成为一个神奇的东西了。这就是红绿了。哇，透明一体吗？透明一体，厕所里。看起来好毒哦。这个一体怎么？这跟我说真的骨头，我也不相信。等等，我觉得跑操场好像比较好。哎，我劝你们一口吞哦，如果你一口吞，真的一口吞，一口吞。哎，拿进去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贝克拿后面。一个一个来啊！贝克拿。等一下，一个一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急哦，不急哦。结果。我这样子，大家都会吐出来吧？真的不要慢吞，只拖久一点。一个一口吞，不然你怎么吞不下去的？来，谁没有？哎，来，叶来。其实你们在对啦。你他妈的！啊，对对对，寓教于乐的节目。探讨啊！而且少一个杯子是不是？夜饮啊！我跟 UDZ 一队啊，我跟二队啊。你他妈给我，你现在给我拿！不要站这边挡住镜头了啦。我们不是 battle 的吗？我是 battle 啊。我也是 battle。来，干杯啊！等一下，一个一个喝吧，一个一个喝啦。
来啊，我们先请那个没有，三 v 三精英嘞，三 v 三精英来，三 v 三精英先喝、啊，精英，我被喝了，喝了到前面来，来要录画面，好，然后来录，喝了请到这边，来，快呀、啊，赶快喝一喝，赶快走，你先，你不用吧，我不知道，贝克你要带头，你是身为一个教练，好，好，对，一口啊。好，一口加油！哇，哇，超好！血都白开水，是不是啊？还好，还没感觉。你们好像绿豆的味道。怎么还好？还好，真的还好。怎么样？这超补的。没有怎样。这么厉害，小叶有点强啊。OK，不好玩的，那你哭倒了，哭！哎，过来，过来这边，是不是啊？第一场先上，第一场先上，你们发呆够久了，还好啊，没有怎样。你给我喝，来，喝了，你们这个应该还好了，我要喝这一瓶，好来，没有开玩笑，再来一瓶。哎、欸，要去前面喝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对身体好，这边喝也可以，这样好，可以了，这边可以，这对身体好，多喝点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身体好，我以后已经孝敬你。每天来苦茶给你喝，我喝过啦。不要吐，不要吐。再转，没有，其实真的不苦，真的吗？我喝起来超苦的。再转啊！真的不苦还假的不苦啊？帮我再一杯嘛！我记得这个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这样子来就再一杯啊！帮我喝，再一杯啊！很会耶！啊，不是再一杯，啊不是再一杯，嗯，清凉苦茶再一杯啊！其实这拿清草茶来的吧？哎，不对啊，看，贝克都怀疑了，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好喝了，这两个人太燥了吧？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一定很苦啊！小芳先喝过啊。你不要细细的品尝，你直接灌下去就对了。是很苦，可是其实就喝下去也没差。真的不要用点，不要用舌头点。就不要，就是一口喝下去是不是。你知道有多苦吗？真的超苦，超级苦，我整个嘴巴都是苦的。再喝，再来这个。为什么我觉得绿茶比较大杯？绿茶比较大杯。这个有感觉，有感，还好吧？啊！我有个杯子啊，杯哥我帮你拿，不用你，不用你多事，不用你多事。哎，没有多少的，哎，我是教练，好，来干杯哥，干杯哥，你喝太慢了，说很苦啊。来，干杯哥，打得很好，打第一次都很好。我先走了，好酷啊！很美，怎么好痛啊？喝点酒啊！很美，好美，好美。其实不怎么苦啦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明明就很苦。不错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个结尾。结尾啊！真的假的？不苦啊，不苦啊，其实还好，就吞下去就对了，不要沾，千万不要沾到舌头。沾到舌头就爆炸！啊，太苦了！哎，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讲话吗？哎呀，不要那么闹！好，那个，今天我们那个有微星 Gaming 357的赞助，那这个记得要去那个 MSI Fan Club 那边按赞，然后 HU Esports Club 按赞，然后之后，我们 HU 粉丝团会开一个发烧网的活动，那请各位把那个是隐私那边设成公开齁，你才有办法去来做这个抽奖。那今天的奖品有这个一件衣服，号称1000多块的衣服，对，一个帽 T， 然后一个 USB， 还有鼠垫，另外还有我们送出两张主板，这个 Z 九七，还有一个 Z 七七在哪里跑去哪里了？另外一张，反正是有两张了，两张主板，一张是 Z 九七，一张是 Z 七七哦。那有兴趣这个来参加我们这个抽奖的粉丝们，记得要到这个这边有的，哎、欸，
MSI Fan Club 哦 ，MSI Fan Club 这边点一个赞，然后再到 HQ Esports Club 这边点赞，然后在发烧网站那边参加活动啊，记得要把你的隐私设成公开哦。好，这项活动你一定要设成公开，不然到时候就算抽到你，你没有做这些举动的话，就是要再重抽。好、okay. 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下礼拜二我们再见哦。那关键时刻今天就到这边，我是贝克，我是 UDJ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本赛事有好多个第一的维新 Gaming 三五七独家赞助，维新 Gaming 三五七现在是男第一。什么我一定要这样？不要，我要录个正常的啦，你不要害我。哦，你很累 ，UDJ 都打不赢。那刚刚就那个啊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是，这是搭载维新 Gaming 主机版的维新 Gaming 主机啊。有听过维新 Killer 吗？出来听看啊。Killer 真正在游戏与语音串流进行优化的网络晶片 ，Killer 就是杀。听起来还蛮猛的，我可不可以要一台啊？教练，我也想要啊！ Let the games begin。
干嘛？站，然后关了。小腿僵直啊！哎，教练，这没用，才35圈，你这样就不行了。你看看我，你个年轻人在跟我屁，我先跑了。啊，又跑了。我跳绳再好。教练很重，教练，你要绳子断掉怎么办？谁出压力，教练？你这真的不适合玩这个。多交我钱，教练。如果你都喘不过气，我们要怎么办？多交2000块。你要相信自己，教练。教练，我脚没力啊。这个脚不用有力啊。其实你并没有那么没用。教练，快伸一张嘴了哈。还没30啊，那死了！这边你动作没问题吗？我们不要动来动去好不好？没有啊！啊，对啊，行到引擎到还差一步，最后一步，这时候不能急，最后一步就可以跌倒了。这就跟两塔一样，最后的两塔，全位不能急。这就是最后一塔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我没有，没有。